我呀，说点你们不爱听的吧。这有什么可来的呀？啊？别着急啊。郭德纲有什么可听的？我就问你们。啊？天津人知道吗？不是北京的。学的全是传统相声，这有什么听的呀？我孙越，根正苗红啊，北京的呀。我们学的相声都是歌颂型啊。哎，全是正能量，我们批判社会的丑陋现象，但是就是没饭。我跟着郭德纲就是为了吃口饭，说实话暂避一时。我也跟郭德纲说过啊，我说您这个传统相声啊不能老说，糟粕太多。我也写过新的本子啊，我给郭德纲，我说我这个我字系列就歌颂这个农村大好形势的我字系列，我说这个我爱我们村长，我爱我们支书，对不对？我爱我们县长，最后都给我撕了，没法说。再说了，你们也是不会听相声，那传统相声有什么可听的？全是糟粕伦理哏、打哏，这有什么可听的？早该摒弃，知道吗？伦理哏知道什么意思吗？哎，对对对，我就知道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今儿我现身说法，以正视听。我告诉你们，伦理哏就是打头到尾，就是这个大小辈儿啊，爸爸儿子来回占便宜。这个有这么一段相声叫《杨上树》，说的就是这伦理哏，糟粕之极。你们好多人可能没听过这活是吧？有多少人没听过？哦，没听过是吧？行嘞，今儿我豁出去了。开箱我没打算再来，我今儿啊我把这活给你们演一遍，我让你们看看糟粕在哪儿，我连批带讲我告诉你们。后台后台过来人，郭德纲大徒弟啊，谢谢谢谢。哦，姑娘受累了。比他师傅还糟粕呢。啊，上台呢，先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严云达，德云，202啊，姑娘你先去我。哎，下三滥吧。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不约而同。有一点正能量吗？谢谢。你好。还美什么美啊？啊？不是，你跟着就说传统相声。传统相声好啊，我师傅教的。啊，这你师傅教规，这你我们都经历过这学艺的潜规则呀。哎，老话说得好嘛，要想学得会，先跟师傅睡呀。后台这些个人呢？我说我怎么不会了？没轮到我呢。哎，甭废话。传统相声很好。不是，咱说实话。怎么了？你跟他混有意思吗？郭德纲，哎，开那么些园子，你去，你平时演出吗？问你。北京。北京有园子演吗？好几个园子来回演呢。哦，北京演。南京。你也演了？对，南京德云社分社吗？哦，那哈尔滨。你也去了？那当然了，都走遍了。哎，啊，澳大利亚去过吗？哎，那儿分社去过吗？我先问问你去过吗？我这当然没去过。你完了吧？我们都去过。妈，没带我呢。都去过。哦，首先来讲，我们的英文都达标啊。英文你会吗？我。Six 什么意思？告诉他。谢谢。六一六。
这都是传统相声。英文、DOG dog 狗对吧？猪 PUG pig PUG。对，知道吗？不，甭废话。正经的澳大利亚你去过吗？不是山什么样？你给我说。水什么呀？你给我说说，我听听。你看那山，山明水秀，而且哎，周围那风景非常的优美。我就简单给你举个例子。澳大利亚的车祸你见过吗？老惨了。没。那怼的。一个车打聂门来，一个车打聂门去，俩车砰撞上了，一个车撞报废了、哎、警察来了、哦、我是目击者，我跟警察交代案发过程。你不是受害者吧？现在我是魂儿过来了是吗？你还画着魂呢。那当然，警察过来跟他交代案发过程。哦，阿 Sir。 阿 Sir 是王海的、哦、不是我、哦、阿 Sir 警察呀、哦、阿 Sir、哦、万卡抗吧，万卡够吐卡碰碰，万卡 over。 不是，这澳大利亚有人话吗？这个，所以他没去。这都什么玩意儿？这说这都是，你不说景物、食品，知道吗？气候、嗯、就是那动物见过吗？他我动物园出来的。哎，不对，我动物园跑出来的，辞职出来的。我不是跑出来的。说别闹，知道吗？动物。那澳大利亚有那袋鼠，对，有袋类动物，牛、羊，这中国也有羊，知道吗？废话，羊不是，就是羊年，羊叫 sheep， 知道吗？羊分多少种？澳大利亚那个羊太神奇了啊！是什么羊？羊能上树，各位，树就是 tree， 羊在树上吃树叶，就是 sheep on the tree， 咪西tree叶。那还有日本血统呢？你见过吗？对，哎，您肯定是胡说八道了啊！那羊能在树上待着？羊在树上，而且我告诉你，想去澳大利亚，首先来讲有一个规矩。什么规矩？什么规矩？首先，羊上树，羊为什么在树上？回答上来去澳大利亚，否则就在 China 待着。你知道吗？羊在树上，为什么？哦，知道吗？羊为什么在说这就去澳大利亚这个啊？你不知道不让去澳大利亚。他肯定让我问他，我告诉你，你看搜破就开始了，你们听着啊。那个我不知道啊。不知道，我教你啊。哎，丑陋吧？孙老师给大伙儿一会儿发红包了，就算。哎，啊，你这个东西怎么解释？想学吗？我想学。远景重现，语言讲不明白，必须实际的演一遍。实际的演怎么演？哎，就在澳大利亚个农场啊，小伙子从农场走，一眼瞧见这羊在树上，很好奇，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家找他的父亲。哎，他的父亲在里屋休息呢，把他叫出来之后，一五一十跟这个年轻人一说，他儿子当时就明白了。你明白了吗？对了，我明白，我成他儿子了。你看你瞧这糟粕的玩意儿，这有什么用啊？哎，就得这么问。哎，远景重现一下、哦、我叫你远景重现，我来扮演那个父亲，你来扮演那个儿子。来了吧，来了吧，啊，瞧着啊。哦，你扮演父亲好不好？我扮演，我问你哈。哎，对，怎么问？有什么要求？你得问，你得说英语。英语英语，姓儿的你不会啊？谁姓儿啊？那你姓什么呀？我姓孙，那还不如姓儿呢。觉悟不错，你知道吗？他妈辈儿下去了。我教你英语，你跟我一句句学。英语哈。哎，我教你啊，我就是英语，你发音要标准，舌侧音，就是说什么？舌侧音呢？啊，阿弟爹呀！不赖他。你吃了呀？哦，就是你都吃饱了是吧？你们，这是澳大利亚吗？这个澳大利亚纯澳大利亚土语。阿弟爹，你吃了，我就出来，我就告诉你了。哦，就这问题出来了，那错不了啊。来，行不行？咱来一回啊！哎，我在里屋等着，我都等不了了。瞧了吗？这就是伦理跟糟粕。你看我一叫他准出来准答应，你信吗？听着。爹呀，
糟粕。剧场还真拢音啊，爹呀，哇，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你是俺爹呀。啊，出来嘞。怎么样，瞧怎么着的，占便宜吧。好开心，妈的绝活啊。小二，小二，你叫我呀！啊，我叫你。你叫我，你痛快不？我能痛快吗？我这么些人答应我能痛快了我？别闹啊，孙老师，啊、咱们有事说事儿。我这不是在你的占你便宜。哎呦，那您这是干嘛呢？我最讨厌拿伦理来开玩笑了。道貌岸然吧。真是，我这眼看三两句话你就学会了，你叫你不乐意，你心不成呢，重来。就是情人节改父亲节了吗？爹呀！哎，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你是我爹呀。啊，出来嘞！哎，这没拿你儿子吗？少咸肉啊！走。瞧见了吗？瞧见了，瞧见了吗？说相声有好人吗？尤其是德云社，下三滥的坯子。原谅我吧。爹呀！哎，你叫谁呀？我叫你呀、啊。我是谁呀？你是俺爹呀。我是谁呀？你是俺爹，你爱听这句啊。俺出来嘞。你就这岁数还得出来占便宜呢，你瞧瞧。这都是我儿子呀。你快去快去。你就你这身体你答应得了吗你啊，你有力气答应吗你？真是的，你叫呀！我叫，哎呦，还我叫呀！你都不敢叫呢，爹呀！哎，妈跑我这儿治病来了，完这后台好几百人呢，我爹啊！哇！你叫谁呀、啊？我叫你呀、啊。我是谁呀、啊？我知道你是谁呀、啊，出来。我是谁呀、啊？你是俺爹呀、啊。啊，出来嘞！我还上了一红卫兵呢，我还以为。你叫！我等不及了，快叫！汪！啊不！不是这个。我叫！哎，回去。开玩笑，小孩，我今儿算是痛快了。爹呀，爹呀，不是开心啊？糟粕吧！我是谁呀？你是俺爹呀，小二，小二，你叫我什么事情啊？我问那个羊怎么上的树啊？啊，你听着吧，闲了没事儿，我下来南下、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你们听着，就这还出来骗钱呢，你瞧着吧。干嘛呢？干嘛呢？有你事儿，这里头你美什么呢？啊，是有我事儿，我喊半天了。你得哐当铃，哐一的铃，哐锣鼓家伙事儿。啊，锣鼓家伙事儿。当然了。哐当铃，哐一的什么？哐当铃，哐一的铃，哐。哦，我就这个啊，来来来来，
谁喊再来一遍？你来。听好了，你们跑这是听相声来，不是为了调戏我们，好吗？那就这句是正能量。别闹，我容易吗？我身体操心心在汗的吗？卸了么事儿，我下了南乡，拖的领拖一个领拖，树木浪林长长了好好，拖的领拖一个领拖，桃红柳绿多么好看，拖的领拖一个领拖，在树上捞着一只羊，拖的领拖一个领拖，若为这个山羊怎么把食上，拖的领拖一个领拖，错了，没有，不拖个领拖一个领拖，这应该是哒哒滴哒哒。那我哪儿知道去啊，打打滴打打会了吗？打打滴打来啊，若为山羊怎么把食上，打打滴打打。小小你叫我什么事情啊？我这个羊怎么上的食啊？哪个羊啊？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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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娘的傻小子，怎么呢？那是我包上去的。这你的吧，你走走走走走。各位瞧见了吗？传统相声就是这个样子，伦理跟有意思吗？谁问你们了？这还不算什么，这就是精神上摧残，还有肉体上摧残的相声。有叫那个打哏，你知道吧？就是拿扇子打这个捧哏演员的脑袋。我们这扇子都是做过这个技术东西的，烤一下散，打完了不疼，就有技术感。这没做的，就是打开，哎，打个，还有这种节目，也是摧残这个相声演员这个身心健康。有一段节目叫这个口吐莲花，对对，口吐莲花，我不是，你们各位听过吗？这都没听过，你们买票干嘛来了？没听过是吧？我告诉你，今儿我豁出去了，我批判他们到底。我告诉你，哎，包姐，出来喘气儿。郭德纲徒弟啊，孔云龙最结实那个，给大家拜个早年，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都是后台教的，感谢，非常的高兴啊！今天能跟孙越孙老师站在一块儿，非常的高兴，确实。哎，行，去过澳洲吗？没去过。哎，完了完了。澳洲都没去过，你去过？新，我当然去过了。哦，新鲜事多了去了。什么事儿？你是没去呀？啊，你什么？你说我去什么去？我没事就瞎逛，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新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儿？那个树上有一只羊。哦，说你知道吧？你啊，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爸爸告诉我了啊。这人家甭来这套，这是开个玩笑。我还开玩笑，这是跟你开玩笑。哎，我问问你啊，就一个。你听说过口吐莲花吗？听说过吗？啊，咱演过呀，澳洲啊，对不对？在澳洲演，观众朋友都特别热情，特别爱听。来劲了吧，来劲了。澳洲，我跟你说，明年还得去，明年还要去澳洲。明年澳洲的观众朋友还喜欢听这段单点，就是这段。谁要是会演，谁就能上那儿去演去，你知道吧？明年，明年，谁要是会演，谁就去。哎，你知道？哎哎，你啊，我会啊。你会？我这我行。你行吗？行，澳洲我去一趟。你真行假行？我真行。你别说谎，要不这样，咱们来一回。猴子莲花成不成？行啊，猴子莲花，来一回，来一回，认真负责任。那是来，听过猴子莲花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嗯，得有锣呀，锣得锣得有锣。哦，知道吧？老白，我一说没锣，他拿我这脑袋，你信吗？嘿，这没有锣呀，找啊，找东西代替也可以。找什么东西代替啊？拿你的脑袋呀。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拿你的脑袋代替。打这个还得有锣锤啊。哦，锣锤打锣用的，还有锣锤。那是的。哎，锣锤拿哪个？哪位带斧子了？哎，去玩去。我明天还去澳洲呢。男主任，拿这扇子代替吧。那这个这还松快点是吧？这行，这对，可以。好，我是不是拿错了？就来这个吧，就拿这东西代替，成不成？罗锤哈，这是罗锤，这就是罗啊。咱们得请神，我就学罗音是吧？得。哎，对对对啊。罗音是罗音怎么？拿头头
通通，哎，拿嘴学，你看没忘，没忘，没忘，哎，没忘，就是你迟到，迟到罗明，嗯，哎，跟我说，跟我学的一样，行啊，嗯，来啊，哎，开始啊，瞧瞧，万恶，嗯，一二三，二二三，通通，怎么样？哎，怎么样？两下，不行啊，啊，不行，你这锣不行，没吃饭呢。我吃了，人家观众朋友都没鼓掌啊，这个环节你忘了吗？观众朋友得鼓掌啊！打，哎，你们不能诚心不鼓啊！一二三，二二三，哐哐！你看，听不见呢。哦，听不见，那爸爸怎么听得见？都什么人呀，啊，你们都是丹田气得足啊，我丹田可以了，我都天然气了，我都来来来，一二三，二二三，通通，哎呦我的妈呀，嗯，好，嗯，我就是激溜激溜的，我这您诸位也是疼儿女的人呢，啊，没料没料没料，一二三，二二三，通通，跟随师父上茅山，通通，茅山有个毛老道，通通，师父对我把一传，通通，教会了徒弟整八个，通通，道有七位成了仙，通通，因为我太笨没得到，通通，师父一怒把我赶下了山，通通，下的山来无事干，通通，变个戏法大家观，通通，先变个狮子滚绣球，通通，再变个珍珠倒卷帘，通通，珍珠倒卷帘，通通，卷帘，通通，帘，行了，通通，倒卷帘呐，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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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莲花在哪里？试试锣，走走走走，试试锣打一万多下的，万的。不是锣也不成啊，我好就真玩了命打你，没有水呀，啊，刚才说了口吐莲花嘛，对不对，得喝水，对呀，啊，得喝水，这个莲花它才能出来呀，啊，早说呀，你知不知道，我给你拿着，哎，你有水呀，啊，没有水你怎么变，你上澳洲还得演出呢，你对不对，大水莲花喷出来之后围着剧场转一圈让诸位都得瞧真着了，你没有水你怎么变，对不对，把水得拿来之后我得当诸位的面喝下去，对吧，让你看清楚了，这也有水啊，嗯，好，有水是吧，行，好多水水，嗯，好多水水，怎么少了一口啊，啊，你看出来了，不乐意了，哇，我干不乐意，我就吐回去，啊，你拉倒吧，你太恶心了，满瓶，现在有水现在就行了，啊，行了，哎，这回，哎哎，我卖不力气，哎哎哎哎哎，我知道，我知道你卖不力气，嗯，但咱俩说良心话啊，我可没你结实。你瞧瞧，不是你对你自己得有信心的。我没有信心了，我现在，嗯，我锻炼呢，啊。我不是锻炼的事儿，现在行不行？我开下力，你开摩托车。哎，不行，凭什么呀？你说这，哎，这么着啊？嗯，咱就是，嗯，你说请神接仙不是念咒语吗？对啊，用这锣嘛。啊，咱这锣，我自己来行吗？自己来。我自己打。你得卖力气啊。废话，我能不卖力气？请神接仙，神仙我都喜欢实在人。你要不卖力气，你要偷懒，神仙我请不来。我能偷懒吗？莲花是出不来啊。废话，我能偷懒吗？你让诸位得见证。你哎，听着，听，你瞧着，嗯，看用不用劲啊？哐哐，怎么？听不见。啊，上凡。嗯。哐哐，怎么？没动静儿，你看。动物园大象都听见了，还没动静。通通，我今儿真不知道你是带家属来的，我告诉你吧，行，今儿可能是我封箱，嗯，这话倒对，哎，今儿你就封箱，啊，来，啊，行，你来这个，我来这个，我来这个，哎，没有，啊，干嘛还双打是怎么着？这卖力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来，啊，嗯，一二三四五，通通，金木水火土，通通，要带戏法变。通通，还得抓把土。通通，一请天地动。通通，二请鬼神经。通通，三请毛老道。通通，四请孙伯龄。通通，五请桃花女。通通，六请老济公。通通，
七请猪八戒，通通；八请是唐僧，通通；九请玛利亚，通通；十请苍井空，通通。啊，打我干嘛？早该打你了。打我干嘛？早该打你了。啊、玛利亚我都没拦你，我告诉你，你拦我干嘛？废话，啊、我还以为是那个超级玛丽的玛利亚呢。我听苍井空出来了，合着同事啊？啊？你知道不老少的呀你？废话，跟你师傅在一起能不知道吗？你看看，跟你师傅一块看过。你不废话啊？怎么了？我告诉你，孔老三，孔老三，我告诉你啊。干嘛？你要干嘛？玛利亚苍井空那是神仙吗？啊？那是多少男人当中心目当中的女神呢？对不对？你看看，不是衣食父母这都认可了，哪家没有几个 T 呀、啊？嗯，那不是女神呐，这是不是得请？哦，这请哈、啊。那当然了，女神呐，人可不就得请啊。哦，女神是吧？那可不是。哎，接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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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接着请啊！干嘛别接着请？你打断了怎么来？你什么意思啊？打断了怎么来？那苍井空，对，你住位头，打头来吧。这没都听了，把啥还没说呢？嗯，我跟你说，我告诉你 啊，在这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嗯，不准打断我，你要记住这一点。哦，还不能打断你？不能够打断我的思路，知道吧？我已经跟神仙都已经连接好了，你打断我全完了。哦、那我不说话行吗？我一句话都不说。哎，一句话不说也不成。怎么呢？我告诉你啊，什么时候你看我把水喝下去？骑马蹲裆式，叫丹田俱乐会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这时候刚有喷还没喷的时候，啊，有你一句话，什么话？你要前腿弓，后腿绷，抱拳拱手，叫我的法名。什么法名？法名？您法名是什么呀？姓把，把，得单字一个把。您叫爸爸。叫拔河的拔，知道？拔，哎，哎，这就是我的法名，叫出来，知道吧？哦，大方方让出来。各位听见了吗？伦理哏吧，嗯，出现了吧？哦，我这么就一叫你就，哎，直接就喷，这莲花就出来了。嗯，行行行，好不好？行行，哎，您请啊，请谁 啊？一请天地动，通通；十井苍井空，通通。麻利的吧啊，早请早到，通通；晚请晚到，通通；如若不到，通通；铜锣相交，通通；净水泼街，通通；黄土垫道，通通；萝卜茄子，通通；土豆山药，通通；一个钱一堆，通通；嫌贵你别要，他爱要不要你们，通通；厕所收费，通通；尿尿五毛，通通；嫌贵你别尿，通通；憋得你转泡，通通。今天人来了不少，这通通全都满了，这通通，你看头一排，你这再折上吗？这都通通，这都是咒语，这通捣乱啊！哎，这吃的是不是爆米花？这通通，是不是爆米花？通通，我不要，这你先吃一口，通通，你吃完我再吃，通通，甜吗？这甜你管都管不着你，甜也不早，这通通，人也不少，通通，众仙来到，通通，众仙来到，通通，众仙来到，通通，仙来到啊！哎，你给我留一口。哎，真垮了。爸爸，你倒是喷呐！哦，爸爸，你倒是喷呐！把水进耳朵了是怎么？爸爸，你倒是喷呐！无所谓，斗士，我今儿跟他们喝上了，瞧见了吗？又是打人，又是伦理，最后还拿水喷人。糟粕，吓死了！这还不算，各位，还有那个糟的传统艺术，里边又有伦理，又有打哏，还不说人话的这个节目呢。
有这么块节目，不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叫五坠子，知道吗？你们知道该多好。这是有计划的。我们这后台还真有一个唱五坠子的，我给你请出来啊，您看看这活能不能听啊。来来来，那个五坠子那艺术家，我出来。哟，您节哀。会啊，不是五岁拉弦吗？对，这做科学的就这样。来来来来，哎呦，斩斩青天不可欺。哎哎哎，有人话吗？你听听。张飞何端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今天封箱人不少。什么玩意儿？这不全是废话吗？我今天唱一回坠子书，不嫌学徒甭瓜屌子，横眉凶儿。回，这是叫我呢。回，回，哎，我告诉你，我不答应准答我，你信吗？回，哎，我就不答应。回，我这不贱的吗？我知道你喊我什么？我叫你，我就叫我回哈。对，你也得叫我回，我叫你回。哎，哦，咱俩都回哈。对，指不定你回的是谁的呢？那是。回，把弦子拉起来，开始唱一回坠子书啊！嗨，把的了一呀嘛嘿呀！你怎么抬手就打人呢？五坠子嘛！哦，这就开打了？你还想等多呢？哦，这就开始了？拉弦吧你！哎，来来来。你踩炸弹上了，你也踩上了吗？啊，你嚷什么你？我这不唱了吗？你这唱什么呢？要罢了钱。要罢了钱干嘛？这过去五坠大街上演出等打零钱呢。哦，这新场要罢了钱。哦，要罢了钱，然后呢？书归了正啊。哦，这就开始唱了。你以为呢？我还以为拉弦呢。快点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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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啊！要罢了钱。书又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啊，恁了管听啊，这不废话吗？这不，您这是什么词儿啊？嗯，我管拉，你管唱，他管听，废话，我不拉你不唱，大家听什么呀？对，我不拉你吃什么呀？哎，哎，跟他爸学不了好啊，哥。嗯，哎，不是，您这都是废话。你说废话？对呀、啊，废话对了。怎么呢？五坠子唱的句句都是废话。哦，全是废话。对了，那您受不了，给我们唱回废话的吧。拉弦吧。哎，得了，你问我今天我唱哪一段儿啊？还没谱呢。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爱听文的那不会，爱听武的我怎么学成？半文半武我唱不了，苦辣酸甜我全都不中啊。别唱了，这什么弦儿？是方才唱的本是响马转呢，还有半段我没有唱清啊。是方才标的本是何人登，标标八爷笑落成啊，标标八爷笑落成啊，标标八爷笑落成啊。都砸了就完了，我告诉你。你这干嘛呢？玩命！五坠子，快拉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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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这个罗八爷呀，噔噔噔噔啊！
这个罗八爷呀，这叫张张张啊，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买不就出了正厅啊。你给我歇会儿吧你啊。嗯，罗成罗一哥俩呀。那怎么着、啊、那人俩呀。爷儿俩拉弦儿。哎，张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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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罗成好拜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拉皮儿了。拉弦儿，这个罗八爷呀，张张张啊，列位着重听我这一句。我还有这一句。罗八爷爷俩迈开八条腿。你等会儿吧，这都是人话吗？怎么爷俩两个人四条腿？对，四条啊。怎么八条腿？四条腿。你怎么说八条啊？谁说的八条？这不你说的吗？你说的八条。你们倒是谁说的？谁说的？你说的。我没说过。是的，就你说八条腿。我怎么说的？你说的，一人迈开了八条腿。怎么了？怎么？你说的。怎么了？几条腿呀、啊？恁说几条是几条呗？几条腿啊？八条腿，成、啊，哎，行，打会儿得了，打会儿得了啊！过分了，这都什么配置？这都是，来，继续拉弦。啷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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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啊！这个罗八爷呀，这当当当啊，连人这个带马八成伤啊，那马上就去吧，那个拉弦儿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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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若问这马，哎，那等等等等等啊！哎呀，那等等等等等啊！哎，等等等等啊！你躲开我这！起什么腻呀，跟我这！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哎，他上去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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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啊！这个罗八爷呀，那是当当当啊！忙向这个怀里这么一伸手。忙把法宝举在了空啊，喊法宝，回家，走走。我还是爱我们村长。谢谢，挑一下啊，谢谢。嗯，那个，我先说话吧。你说吧。嗯，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不错。刚才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反正说的挺热闹啊、嗯，那个烧同志，还有这个。多难听啊！什么叫烧同志啊？这不小烧吗？说丙先生也好一点啊。嗯，丙先生和小四还有我大爷，哎啊，于老师，于老师三位给您说了一段，对，下去休息一下。传统节目，什么传统节目？说的什么玩意儿？那个活泼。三位下去休息一下，很辛苦。这场呢又把我们爷俩换上来了。嗯，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说说吧。我叫岳云鹏，都认识。我的师承就是我旁边的这位，也是今天我的搭档，叫郭德纲老师。啊，都认识，不用客气 啊。这会儿应该有掌声了啊！你看都没人搭理咱俩，嗯、他们还沉浸在那踩报纸的乐趣中，嗯，正咂摸滋味呢啊、嗯。就是一上场，我想提来的，我觉得太恶心了。别说那个 啊，这个平常啊，我跟我师父在一起合作的机会特别的少，很难得啊。再加上我师父也很少出台，哎，不是，也很少出来演出。对。很少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也没少演啊。当然了、嗯，那个小剧场他很少演。嗯嗯。我们经常在小剧场演出，嗯、我们爷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多。哎，今天封箱了，我们爷俩在一起说一段。一块合作。一块合作。其实平常我不敢说我师父。为什么呢？包括我跟孙越在一起搭档的时候，我说观众朋友们喊说一个郭老师的事儿啊，我从来没敢说过。孙越嘴不好啊。
他会告诉我的。对呀，所以说今天当着我师父的面，我说一个我师父的事儿。你这也是要作死？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暂时还可能还不敢开除我。哦，知道吗？你这句话都说得我心服。这场演完你就走吧。因为我过两天有好事嘛，这不是？哦，啊，这什么好事？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我说一个我师傅的事儿，我师傅跟那个于老师就这么就拧过来了啊，行，我们俩在后台对词对了仨小时，啊，嗯，忽然一下我不会了，那个，没事，孩子有我呢，是是是，啊，你会不了，啊，师傅今天我逗哏是吗？哎呀，我给忘了。是，刚才我没拧过来，但是说一个，来，快来，快来，快来！我师傅的事儿，啊，我的真事儿 啊，跟于老师，这些年出去卖去，人家挣了点钱。你等会儿，我对你的措辞表示遗憾啊。出去卖艺，什么叫这些年呢？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说了些什么啊？这些年出去卖艺，说相声，买票，嗯，挣了点钱啊，买房了。嗯，妈，我师傅买了一个别墅。是的。于大爷在我师傅那个别墅的地下室就长期的那么住着。他也带着烧锅炉啊。两家呢都请了保姆了。是的。两家的保姆经常在一起聊天，嗯，在一起沟通，因为经常在一起买菜呀，什么遛狗啊。哎，人以群分吗？嗯，于老师的保姆说了，大姐，大姐，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是太太，是太太。什么意思呢？说明于老师的媳妇事儿特别多，嗯，一会儿要求人干这个，一会儿吩咐人干那个，嗯，你只能说是太太，是太太。我师傅的保姆也说了，哦，你那算什么呀？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说什么呀？不，先生，不，先生，就不要这么声情并茂了，好吗？真事儿，真事儿，嗯，平常这个段子我不敢说，哎，这都是真事儿。你还不敢说呢？都快说臭了街了。刚才人家二位说的，反正三位，人家三位唱的，反正说的哈。你们三位，烧饼、曹火阳、于老师说的挺另类的，包括前面那场也有唱。对，我觉得他们唱的不好啊。今天我唱一回。岳云鹏，你不能这样啊！术业有专攻，得道有早晚。每一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特长，是你不能就这么说人家不如你，怎么就你唱得好啊？我确实唱得好啊。那你还好得过我去？就有的东西您不如我呀。哦，术业有专攻，得道有早晚。对呀，哦，您唱戏唱得好，嗯，河北梆子、评剧这都行，嗯嗯，古曲也行啊，嗯。虽然这些我都不行，哎，对不对？但是我歌唱得好啊。哦，唱歌唱得好。对呀，嗯，我师父唱歌很一般。我基本不会呀，很一般啊。我师父唱那个什么 Super Star， 我给您学一下啊。什么什么秋裤 Star？ 有一次我跟我师父去夜总会，我们唱歌去。我疯了，我跟你去夜总会，我打一电话，那于大妈就来了。那不合适哈，我们作为小辈，这些我们就不掺和了，对不对？啊，你们也掺和不上，是，我们也勾搭不上。那个，什么话这叫？有一次跟我于大爷还有您去夜总会，还有他呢，有啊，哦，然后去夜总会唱歌，《Super Star》，我给您学一学啊。哎，我师父唱歌，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这什么玩意儿？这些英文他不会，嗯，不会，汉语拼音也不行。所以说歌一般，还有一个您不如我。什么？太平歌词。啊？哎，这个曲种听着好心酸，是不是？嗯。我没有作死的节奏啊，真的。但你脸上写满了作死这俩字儿。
没有那个节奏，没有中英文都有啊，没有那个感觉啊。我师傅 那是死到临头了。我师傅太平歌词是唱过啊，但是会的少。要切克闹，哎，真的，告诉你，还煎饼果子呢啊！来一套，怎么太平歌词我就会的少了又少？真的会的少，不会唱。我师傅有好些个文本啊，文本，但是他没唱过，也不会。我偷来了，我学会，我唱了。你说的我都有点乱了，孩子。真的，我那些文本你都偷走了？嗯，您搜集的老先生的文本是你拿走的？啊，我还冤枉你于大妈呢，我以为他给于谦拿走了呢。咱这个节目总有第三个人，啊，那个，这不是封箱吗，孩子？是，说说心里话。是，平常也不敢这么痛快。嗯，那个，我给拿走了。哦，然后我就唱了，您不会。我还有我不会的啊。有。也对，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啊，对不对？嗯。而且我问你，唱太平歌词有专门的乐器，您知道是什么吗？这还真没听说过。是吗？这跟我们的一样吗？您那叫什么？板儿，你那叫钢琴呐，大姐，你至于这么笑吗？你，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这是你于大妈化的妆，穿上衣服我也认识你。哦，于大妈呀，你看她笑得多甜呐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来，你用什么伴奏？我的天哪，你怎么了？你竟参加审查了？你没看过这个节目吧？我突然间又不会说了。那是少爷，从头学吧。从头学。嗯，咱说太平歌词啊。哎，刚才咱们已经说到乐器了。对对，我们唱是用板儿，板儿，我们不一样。哦，你们不用板儿，我们是两块板儿。哎呀，这个太完美了哈！两块板儿。哎，你上回挨打也是因为这样说话吧？你改得了吗？你还？我已经好多了。那就那个两块板儿，两块主板吗？带了吗？没带。我带了。哟，我回家看看，丢了吧我那个？没有没有，还带着板儿呢。噔！哎呦，好神奇哟！哎。这是一块，这是一块，那一块还有一块。你这板像你大爷搁手机那镜头，你拿出来没有？没有声音哈啊！会打吗你？不老会的。来，我会。嗯，看着啊。哎，响了。太神奇了！我的天哪！哎呀，比刚才那下还好。哎呦，画点啊！还有画点。哎呦，你这帕金森得治了。这手也会。哟，这手也行，哎，恢复的不错呀。那是。啊，听着啊，哎，不，你要干嘛？等，哎，花点儿，等会儿。但是有还是有问题，还有问题，哎，没有这手。你尽量啊，多吃青菜，晒太阳，别一人待着。真的，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告诉你啊。会好的，会好的啊！听着我要死似的。嗯，我给您唱一段吧，好不好？凭什么呀？谁要听了？你不要学吗？我疯了！你打这么大跟着我长大的，你不是我生的，你是我养的呀！这个我不会，啊，我唱这个，你母亲小学还没毕业呢。那我妈岁数不大，那个，哎，后来改户口了。要不您来，我不会，完了，肩周炎，完了。不，你要唱一个，会治好的，会治好的啊！不，你真要唱一个？对呀，啊。不是你这是怎么了？我唱一个你不会的呀。审查压力太大了吧？是压力不小，但咱不要提那个事儿，好不好？哦，哎，人都有一怕啊。哎，审查已经过了。那个。哎呀，要唱一段是吧？哎，唱一段。要唱得唱好的呀。那当然了，唱一个。你把我说的一分都不值是吧？你得来好的。唱一个您不会的。
那倒行，好不好？你看这个玩意儿啊，这个不见得谁比谁大就如何如何，人真有高的。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好大的回声啊！别唱了，行了行了行了，哎，下嘿，好身上，可以了可以了，孩子，岳云鹏，剪脸吧，快点吧啊！行了行了行了，明月如同匕首。哎呀，他练成功了，嗯。东看瑞雪。审查制度害死人呐！好好的演员逼疯了。你一张嘴底下观众都知道了，白蛇传的孩子，白蛇传多新鲜呢，这叫什么呀，这叫给您一个面子，给您一个面子，我喊您师父这么些年了啊，十来年了，对呀，突然间台上撅您，您不会，大嘴一咧，这段我没听过，不合适不合适，我们孩子知道我脸皮薄，哎，这头一段是让着我，对呀，怎么也得给您面子，还有我大妈呢，对不对，他不会因为这个不爱看我。那么再唱，再唱一个啊！啊，你就不会了啊！我很盼望。对，这里边没有面子了。是的。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君政臣西安万民安。可以了啊！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调门太低。韩信算卦，现在唱这个在德云社一分钱七段管饭，这过去卖糖子都唱这个啊，这就给您一个面子，给两回了，哎，给两，我有这么大的面子，有有有，我就是个面罩啊，啊，还怎么出这么一句，啊，我儿子好开心，啊，嗯，接下来呢，哎呀，面罩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吧，啊，我也不知道款式的意思，好好好，再给你换一个啊，对，这次我肯定会不，哎，我抱着一个学习的样子，哎，看你怎么死，哎，嗯，好好，哎呀，酝酿的十重豪富，哎，范丹琼甘罗运造万太公，可以了，彭祖爷受高一回命断，六个人聚在这五行中，刚过了审查就这样了，看见了吗，这要是直播完了不得飞起来咬人呐，干什么，你怎么了孩子，你这个太平歌词都太平间学来的呀，你不说唱我不，你姑娘干嘛，姑娘去哪儿了，姑娘怎么了，没事，那姑娘啊怎么了，去哪儿了，你于大妈化妆的啊，别去啊，有爷们儿，啊，那个没您这样的啊，我怎么没我这样的，唱一个你会给你一个面子，唱一个你又会又给你一个面子，唱一个你还会，你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孩子你要那玩意儿干嘛用啊，给你又不是不像你的啊，我得要面子了，这是谁给你灌输的这些个思想，我得要面子了，我都要，哦，要，我都三十了，我都，你这三十年耽误了，没您这样的啊，不是你这唱这我教你的，你回头得给我上课，说不过去了，少爷总会说得过去的，哎呀，这么一说你有点不要脸了啊，习惯就好了，是是是，我也是在努力争取当中啊，嗯，总会过去的嘛，对对，会的会的会的，你我们接下来还怎么玩耍呀，怎么玩耍，我给你唱一个你不会的啊，那再最好了，唱一个你没听过的，喂，我盼着吧，这你要听过我拉着你摸电门去，哎，凭什么呀，我死了你大妈怎么办，嗯，我大妈会活得很好的，一看就心宽的样子，嗯，你今儿票可值了，我跟你说，大妈，你笑声怎么不爽朗了？他还要多爽朗？来，再来个，来来。我的天，他要飞！这是个鹰啊！哎呀，这大妈，
咱们说好了，词儿里不许带出大妈来啊，让人笑话。听这个啊，嗯，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蚂蚁呀嘿，哪段？你瞧，哎，我是老了，青出于绿胜于蓝。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嗯嗯，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嘿，哎，你这个下三滥学过吧？下三滥还用学吗？哦，胎里带的，这是啊，就下三滥都是天生的。你刚才这、那个、等会儿，你刚才唱的这玩意儿不是太平歌词，你这是歌改的。我给你唱一个正经的太平歌词。那最好了，绝对没有听过的啊。可以，庄公闲游，不是，咱说话还算不算话了？我刚说完正经的，我还不会的那个正经是不假。这庄公闲游出趟城戏，这劝人方啊，这是劝人方啊。啊，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城戏啊？非得是劝人方啊？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非得是劝人方啊？不是，我瞪眼，跟我瞪眼。孩子，你也别闹了，这挺好啊。你听我说啊。这个我是这么学的，我也是这么教的你呀、啊。庄公先由出趟城西，看见了。早我就不跟你学了。跟你大妈小子是吧？你看你那个媚劲儿，嗯。我认为就是庄公。庄公先由多了，非得是出城西啊，非得是劝人方啊。不，这老词儿就是出城西。不不不是不是的呢，干什么？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南北角，听过吗？这是一个怎样的地理位置呢？城南北角，搭天桥过去的。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您说的是劝人方。对呀、啊，我这不是来，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着猪，一样吗？哎，一百块都不给你，骑着猪，哎，你是为了低头跟照镜子似的吗？哎。我骑着猪啊，好听、嗯、扭回头看见一个老太太呀，老太太啊，哎，外国人说中国话大赛前三名有你，老太太，她老太太，老太太呀，嗯，这个老太太怎么样？今年三十多啊，公岁，我头回听说公岁，那就六十多了，哎，毛七十了，乘以二，三十多公岁。嘿，老太太前面走着一个老爷子，你看人家这个词儿多么的舒缓，一个老爷子啊。其实他们两个人不是两口子。我问你了，那不也你唱的吗？我得给你交代一下啊。哦，老太太紧走了两步，还赶板呢啊！一扒拉老大爷，哎呦呦，他就说：“嗯，大哥，我问你，大石栏怎么走？”外地老太太啊！大哥，我问你呢。老太太真贫呐、啊。老大爷说：“嗯，说什么呀？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窗沿，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我爱你在明天。哎呀，这是个有故事的老大爷。老太太说，还没走呢，臭流氓，你也不是正经玩意儿。老大爷就颠儿了。嗯啊，这是个老北京文学作品，还颠儿了。哎、啊，老太太一扭头看见了我。哦，
哦，这故事里还有你啊？有我有啊。他就说：“嗯，兄弟，什么辈儿啊？这是？你怎么骑着猪？”哎，纳闷儿呗。我说：“你说吧，管得着吗？”对，有来言有去语啊。老太太说：“哎呀，你把板放下，就直接说就行，甭打着板，真的。”太好了。哎、对呀。你也受罪。不行不行，我还得唱，这是个艺术、嗯、这是太平歌词。是的。哎，你要脸不要脸呐、嗯、老太太说。说什么呀？好吧。哎，言简意赅，该死的老太太。那么说、嗯、哎呀，我问你大石烂怎么走？还没找着呢。我说。哎，说吧。打车。哈哈哈哈。哎，这个作品很严谨啊、哎！滴滴打车，快滴打车，今天合并了。耶！哎呀，听你这个节目知识性太强了、哎，信息量也很大。哎，老太太说：“哎，好吧。”对。北京城有很多出租车。不错。伊兰特。哎。索纳塔哦，改折了。捷达哦，捷达啊，俩字了。嗯，神龙富康真不好说。随便打，废话吗？这不是。老太太说。说什么？别喊了，说好吧。对、这个、哎，对，你们回去猜不着了。哎，猜不着了。嗯，老太太一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我这个天爷呀、啊、解答。我问你了，那我也得说呀。你要多少钱你能不唱啊？那看您给多少钱啦。哎，你还唱吧。好吧。耶、yeah! 咱要这么唱我也爱听。哎，花钱听这个浪吹的玩意儿放不上。解答，得亏我想得起来。这是第二段。嗯，老太太说。说什么呀？兄弟。老太太不会分辈儿、啊、大石烂怎么走？哎呀，还没找着呢、啊、司机说啊，上车。真贫的这个作品啊。老太太说。哎，说吧，你这老太太在哪儿？我送她去行不行？我真听腻了，我跟你说。腾云驾雾来得多么快，还有妖精啊！哎，不多时来在了大石栏，终于到了。老太太要去六必居买双鞋，六必居卖鞋吗？卖咸菜啊，咸菜。然后再去六必居买咸菜，买两回咸菜了。然后他想去听相声啊，听相声啊，哪儿好呢？对呀，对呀，你得有板有眼，知道吗？德云社，真有捧的呀。老太太坐在了哪儿？那儿还这俩字你会写吗？憨憨呗，反正那儿憨啊。听相声，哎呦，哈哈笑，哎，喝了口水，嗯、尿了泡尿。什么老太太？老太太说。说什么？我尿在裤子上面了。哎，这回可完了，完了。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哎哎，传统的相声，哎，传统相声。哎哎、我问一下，你这些日子审查就是这个作品吗？年三十晚上，万民同乐，就这段啊？当然不是啦。好吧，真好啊。多好啊！我就说句良心话，听过吗？我好歹也七八岁跟这行干好几十年了，就这么好的一个作品没听过，没听过。积极向上，弘扬正气，那是这是个正能量的作品呢。你这是五十年来最好的一段节目，好不好？但是能再来一遍吗？艺术性之强，尺度之大，亘古罕见。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我真爱听。第二天，老太太等会儿晒干了裤子。别废话，这没问。第二天是刚才那个一字不落，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对，听着吧，您嘞。哦，朱汉公闲游出趟城，哪儿？对，南北角，谢谢啊。南北角，要不提醒就掉沟里了。瞧见了，还真对。他人骑马，我骑着驴。哎，不对不对，这个驴，刚才骑的是猪，怎么又驴了呀？不一样啊！不一样了，不一样就对了。怎么呢？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玩去吧。感谢您各位啊！刚才这两位老师啊，不是外人，郭老师是我的恩师，于老师呢？也是我的干爹。节目说的不错，但是我跟您各位讲啊，通过这个节目您发现一问题。什么问题啊？这个相声都是编的。你看这节目里边说于老师跟他媳妇儿啊怎么着，我师父说于老师跟他媳妇儿，实际上我师父跟于老师真的对女人啊没有什么兴趣，真的真的，这个就仅限于今天内部啊，就不要外传了。这老二位是真正的情人关系，真的。好多事儿你们可能不知道，每年情人节我师父收的鲜花巧克力都是于老师送的。于老师为什么抽烟啊？后台人多有掩护。为什么这个烫头啊？我师父薅着方便，好多事儿。好多事儿这咱别外传了，这个。通过这个您看出什么来啊？节目好是好，但是德云社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这个节目的内容啊过于老套了，都是传统的。我师父早就发现这问题了，所以今天派我来啊，现场咱们能招募一点新潮型的演员，有这方面特长的您可以跟我报名，您可以放心啊，我们德云社在这个薪酬方面是不会亏待您的。我师父啊，每回给这些演员税后的收入都是非常高的啊，税前也是很高的啊，税前一般不谈价钱，税后咱们也说好了，不能说服务好这就涨价也不行啊。找我税呀？啊，来了一个霍比特人，你看啊，怎么看出来？就是你是来上来干嘛来了？我上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们现场招募演员啊，有没有新潮型的相声演员？我们招募一点。找对了，你是新潮型的呀？您看这模样，长都立秋了，您这个。我脸上有节气是？不是您新潮吗？您我不新潮啊，但是我是新潮演员的经纪人。哦，您还带着艺人呢？当然了。您的艺人来了吗？这个先自我介绍一下。哦，您说一说。我是这个最强天团的这个经纪人。哦，我的名字叫加比埃尔·塞巴斯蒂安·弗拉基米尔·伊维奇·郎赫岩。谢谢。他们让你再来一遍。我的名字叫塞巴斯蒂安·加比埃尔·弗拉基米尔·伊维奇·郎赫岩。我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个名字可能很长啊，但是我有一个小名，小名叫 biu biu。 什么小名啊？这个自我介绍介绍完了啊，咱们言归正传，可以有请我们的这个最炫天团。真有啊？你们哪看出帅来了？哎，这就是我们的最炫天团。这上来三个半兽人，这是啊，什么眼神啊？跟你是一套的，这是啊，像话吗？这什么玩意儿？这个稀奇古怪的，哪儿看出稀奇古怪了？这是嘻哈范儿，我还嘻哈范儿。哟，哎，收拾收拾收拾，仨人受了辐射了都。我们这个最炫哪儿的事儿？啊，最炫天团有自己的团队名称。还有名称呢？来自我介绍一下。嗯，我叫 USB， 合在一起叫 USB。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骂你呢吗？骂我哪儿听出来的？
这个名字不老好听的，这个自我介绍一下名字我不管，这仨人得新潮啊，说的传统相声可不行。那当然，这仨人我看着可眼熟。怎么眼熟了？我们德云社好像有这样的演员。你看眼熟这位吗？啊，来来，你先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先介绍我们这个小 B。啊，不是，这哪是新潮演员？这不德云四队的张云雷吗？这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干嘛你要飞？你要是吧？飞起来吗？我，张云雷啊！啊！张云雷他能跟我比吗？怎么不行？啊、你也不看张云雷台上那个德行啊，多好啊，跟个小骚娘们似的。你也别那么说，他能跟我比啊？别那么说，小骚娘们也啊。不是，可能我这一上来，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啊，我这个气质。特别的洋气，你看我们那发型跟喇嘛似的，你这喇嘛呀，大家可能也对我比较熟悉啊啊，自我介绍一下啊，你说说，我是 B， 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情歌王子啊，我喜欢唱很多的情歌。哎，我还补充一下，这位呢是我们专门送去泰国修身的哦，你就说到泰国改刀就可以了。不要这么直白，手术还是比较成功的，看来啊。这么着啊，下面呢为大家唱几句情歌好吗？哦，好的。你看，挺自恋的，真受观众的欢迎。嗯，来吧。他是悠悠一目闲阳，多想多想有人与之共享他。又揽来一段云窗，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来呀爱情啊，反正有大把欲望。越慌越想越慌，越痒越骚越痒，啊痒，萨瓦迪卡。怎么样？你就直接说你多少钱不就完了吗？什么要多少钱、啊？这什么演员呢？这不着急谈价钱，这能登大雅之堂吗？这个这怎么不行啊？这是根本就不行，这不得张云雷呢？您这我们有好的呀？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有好的换一个。S， 哦，到我了。大家好，我是 S B。哎，你不要说他 S, 啊，对 ，S， 嗯，啊，张云雷太次了，根本就不喜欢。你也不怎么样啊？这位你也认识？这不那孟鹤堂吗？啊？说我像孟鹤堂啊？我不是孟鹤堂，我是小 S。小 S？ 孟鹤堂太次了。我看你像小。好家伙，都说孟鹤堂好，叫舞蹈跳得好，跳那叫什么玩意？哦，但啊，那就是那叫啊，那叫什么玩意？咱这你看，看了吗？啊，哎呦哎呦哎呦好，哎呦，好行，哎呀，我看着你有点痒痒，太好，你这胯骨轴铝合金的，你在这儿啊？我啊 ，rap， 骂谁呢？这是啊？谁骂？哦，我翻译一下，哦，他说的是 rap。哎，饶舌哦，我知道，咱玩的饶舌，自己能把舌头系上，谁行？那你舌头这是正经，北美加利福尼亚八宝山第一告别式培养出来的。嗯，谁八宝山？啊、曾经在八宝山唱歌。对对对，咱们最喜欢玩饶舌。嗯，除了饶舌还有什么？展现一下。最喜欢的啊 ，B-box。这个最好哦，记得吗 ？B-box，、啊、对，这，哎呀 ，B-box 没完了，让你展现，你有什么特长没有？比孟鹤堂好的那个 ？B-box， 大家来一来，
不好来呀。怎么了？响了。你把手机还给于老师。不是你这个，你是拉出来都给吃了是怎么着啊？就是这么的完美。这什么动静？这是？这就是 B-box。没听说过。B-box。这也不怎么样，这个。刚才太脏了，这个。他觉得这不好，再来把你那个饶舌。饶舌。对对对 ，B-box 给大家带来一段内蒙古 hiphop 饶舌。哦。梦谁？哭了梦哈？哭了梦谁？哭了梦谁卡？哭了梦谁？哭了梦哈？哭了梦谁？哭了巴拉梦谁耶？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黑怕，万兔万兔你的神话。梦谁？卡了苦那个梦谁了？哭了巴拉梦谁了？梦谁黑？梦谁给开哭的妈都给你谋那个干哈呢？干哈？我都给你谋啥？梦谁？卡了苦那个梦谁了？哭了巴拉梦谁了？梦谁黑？大地瓜，烤地瓜，一块钱能买仨？梦谁？卡了苦那个梦谁了？干哈呢？干哈呢？我是你爸爸。要要，什么玩意儿？唱的跟六舅似的，真是。没关系，没关系啊。但是他的艺术水平还是非常好的。这有什么艺术跟拆迁队的似的？你们家拆迁队都黑泡吧？什么玩意儿这个？你看他这人，你得罪你把那货叫过来吧啊！你过来，你过来吧。哎呦，你总算请对人了，来吧。啊、你看有认识的，这不张鹤伦吗？哎，对，就是我。哦、还有承认的、啊、这是我们 USB 里的 U。刚才谁往这喷东西了吧？都粘了，让不让人说了？这是我们这里边的男优，不是那个声优、啊、声音的声。男优还、哎、对？为什么说是声优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原创和改编。哦，对了。这就是我的特色。大家好，我是张鹤伦，此处应该有掌声。怎么样？不一样吧？他这个不要脸倒是。说良心话，这鼓掌是人情，不鼓掌是本分。就是今天本分人特别多呀。大伙儿这么欢迎，你给大伙儿展示一个吧。太多了，你看这个话筒，我都说啊，刚才是不是那个郭老师表演了一段啊？话筒怎么这么低呢？哎我的天哪，他这个个头啊要了亲命了。张伦，你的年终奖没了，我跟你说。咱说良心话，就他这个个头来说，要改编先从他的个头改编。这怎么改编呢？这不用，需要技术含量很高啊，随便一首歌就搞定。什么歌啊？来一首啊，啊，来个儿歌。儿歌。对了，你看了，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郭德纲，他聪明又伶俐，心地很善良，他的脑袋很圆，皮肤挺黑，眼睛放光芒，就是个头长得像武大郎。很客观。还客观呢？啊，诬陷我们领导，你这是。那领导什么用、哎、这个改编是能耐呀，你能吗？你可以吗？我能我也不敢啊。跟你们说相声的，你看看就几段都是传统相声。嗯，跟你说两句，现在人都听腻了。是啊，谁爱听的传统相声啊？嗯，当然了，你像传统相声当中，你看有那个叫什么那个贯口类的节目。哦，八扇屏。哎呦，那有很多番啊。这你得改。怎么改？你要不改，你现在人谁听啊？啊，对不对？你像当年那个有一个叫莽撞人。莽撞人张飞。一段贯口啊，当然说起来也比较练嘴皮子的。哦，那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抹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剑，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跨着马万里烟云兽，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丁真呆，既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尔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后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后的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自己得万古流芳。”莽撞人，嘿，好，好，
这么多年就这回没忘，你知道吗？这有什么好的？这辈子挺好。所有的演员都能不加思索脱缸脱口而出。你可说清楚了啊！都得上于老师那儿要香蕉去。这已经都臭了街了。那这么不行吗？当然了，要想火就得改编。啊、您把这改编了，改编成歌啊？那您给我们唱唱，也让他听听。我看我们的作品啊，嗯、听着啊。有一个男孩，名字叫张飞，圆圆的脑袋，大大的眼睛，胡子一大堆，来到荡阳桥。看见那曹贼大喊了一声曹操老儿今天你要倒霉叫你后退你不后退你打听打听我是谁我当过城管干过差遣收过保护费叫你后退你不后退你今天你要倒霉曹操闻听大喊了一声呀呀呀妈的对绝了不，你们都什么品位呀？到这个日本版的曹操，什么呀？这个啊，这仨都不行啊！这仨怎么不行？这节目全不行，我们一个都不能要，一个不能要，这都不行。这团队节目你还没看呢，这仨还有团队的，多新鲜！最炫天团呢，来团队的我看看，团队当然有了，来我看看展现一下，怎么练领啊？阵型行了，让你这让你这头演员你看看，知道吗？哎，别糟点头！大家伙来一回，都准备好了吧？哎，听我口令啊！你态度态度。谢谢。好，表演完了。来来来来，你都喊好了。情绪，要走心啊！预备。预备，蹲，冲，摇。您说这是人吗？训狗来了？不要自我介绍。说话呢？刚才你说头，我想起他来。重新调整。预备，Action。娘子，啊哈。哦，来。起来！谁也不许报警啊！我跟你说，起来！起来！你扶着他。干嘛呢？你们仨在这儿？不是，太骚了！等会儿，等会儿，听我说，那个，这个有稍微有点乱啊。这个，注意啊，咱们把咱们白天要演的这个节目，啊，习惯了。啊哈，咱们表演的是站着表演的。站着表演。白天要演这个节目，因为晚上还没到点儿呢，知道吧？白天要演的这个，预备 ，Action！ 娘子，啊哈 ，You were wanna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ere wanna get her。我好想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在城市中漂泊。我的爱为你牵手，我曾经迷失风雨中，我爱上唱情歌，我迷失夜的心斗，枯萎了所有，是狼给的诱惑，我唱起了情歌，咋的？在渴望的天空，谁呀？可里的夜色，干啥呀？是狼给的快乐，晒脸呢？我唱起了情。在幸福的天空，咋的？你是我的所有。有奴的，踏上了征程，寻找未来的天地。如果没有你的陪伴，我又怎么走下去？如果天，如果地能够永远在一起，我们每天就会留下一种爱的印记。哦，信不信了，信不信了，爱情需要勇气。不要相信天长地久，只就是一种运气。浪浪浪的心，浪浪浪的情绪，信誓旦旦守着花开，不会再孤寂。要切克闹，哎。这节目还真不错，我送你们三个字儿，很给力 ，USB。这仨人啊，好，谢谢。你看也有爱我的啊，爱我那个长得一般啊。你摇号去，去。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啊？我们这儿女主持都跑了仨了啊。
谢谢吧，于老师在家竟叠被了，你看看啊，叠被过日子人。这个刚才这俩人大伙都看见了哈，啊，一个是给观音看后山的王耀松，一个是披头散发的朱汝昭啊，挺好，年轻有膀子力气，是满台飞呀，是他们说民间给王耀宗还起个外号叫小万人迷，我还真有这名字。嗯，清朝末年在北京有两个万人迷，哦，哎，一个是这个说相声的前辈李德阳先生，外号叫万人迷。对，还有就是八大胡同有一个万人迷，是，嗯，这个他叫小万人迷，小万人迷啊，挺好，观众也爱听，嗯，风格很火爆。对，你让我们俩现在照他这么说，嗯，就觉着累了，哎，不能这么演了，岁数大了。嗯，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相声？对，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不如前几年，是吗？包括他媳妇还说过，你现在体格不如原来。是干嘛非他说呀？干嘛非他说呀？这，他那会儿，你想啊，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嫂子看我们俩演出的时候，台上小伙子正精神的时候啊，现在站在这儿，俩人跟俩老头似的。是，所以嫂子也是有感而发。哦，因为这个，这个解释太好了。哎，甚是美妙！哎呀，幸亏解释出来，那错不了。说秃噜嘴了，谦儿哥也不会恨我。那是一起快20年的交情，嗯嗯，真的啊，就是在我最不如意的时候，嗯，你在我身边，那是哥们儿；没饭辙的时候，嗯，你在我身边，看的是交情；分文无有，嗯，你在我身边，就这仗义；同行排挤，嗯，你在我身边，这都应该的。这么多年，特别想问。嗯，是不是你方的我？哎，对，我也是没赶上好时候，没有你我可好了。嗨，有了你我倒这么些个霉啊！玩笑说玩笑，打小一块长起来的，没少占人家便宜。那倒谈不得。跟谦儿哥在一块，我说句良心话，嗯，几乎没有花钱的机会，啊，也用不着你掏。家有钱，一块吃个饭，咱这还。努力的掏呢，这300块钱都攥出水来了。哦，啊，还跟人客气，来我结账。嗯，人家掏卡，嗯，刷我的卡，啊，我就刷卡了。出去喝个茶，人家也抢着刷我的卡。哪儿都能刷卡，不管什么消费，谦儿哥刷我的卡。哎，时间长了，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泰国人。这跟泰国人有什么关系？刷我的卡。哎嗨。那是说刷卡的吗？那真有钱呐！嗯，当年我记得我刚有 BB 机的时候，嗯，我一说 BB 机，我估计得有个得40岁往上的人了哈。还真是小年轻的不知道了。现在没有传呼机，嗯 ，BB 机啊，就这么大一小玩意儿。最早是数字的，对，数字的，一呼多少多少号，嗯，还带个小本儿，拿那本儿得对，哦，才知道是赵先生找你。哎，坐公汽车了，好容易有一座，嗯，这个响了，停车。下去找公共电话给人回，嗯 ，BB 机，那就也就算方便了。后来出那叫什么汉字的，对，汉显的，这么多个，嗯，汉显的有这就了不得了，嗯，我最早有这也是我乐得都不行了，怎么呢？汉显的，高兴 ，BB 机好几千块钱，是高兴。那会儿，于老师就有手机了，啊，我用手机比较早，那会儿叫大哥大，是这么多个吧？老式摩托罗拉的那个黑的。对，硬塑料是，这么憨，嗯，这么高，呵，上面立着一天线，啊，对，这么大个吧，啊，人家就用那个了，也不方便，但是从来没看他显摆过，没有，这显摆什么呀？我们这拿着 BB 机，哎，看我，啊，汉显的，是 BB 机，嗯，3000多，对，我们还这个撇着大嘴显摆，人家于谦儿，嗯，云淡风轻的看着我们，哦。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你等啊，嗯，这个，你管这叫云淡风轻啊？啊，我去，咱们这先不谈啊，我这干嘛呢？来电话了，我这没明白，来电话我干嘛这样啊？震动的，这震动也太厉害了吧？这个，我们都傻了，哦，啊，哇。来电话很低调哦，我这想低调都低调不了，我这看着我们于老师微微一笑啊，这才伸手哦拿电话，赶紧接，
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吗？哎，什么蹭一脸呀？哎哎，这是杵到嗓子眼儿去了，这是。你好，啊，我是雨谦。别说了，我，啊，怎么样？打错了，打错了，这电话接的，常联系，哦，还联系什么呀？谁认识啊？挂了电话，赶紧吧。放回去，没听说过，我这电话塞到哪儿了？我这电话，啊，裤子上有一个口袋，啊，这个口袋比较紧，啊，所以就，哎，啊，你以为是？我以为是塞皮带上了。行了，反正一听这声音就是穿破了口袋了。这么长，嗯，别比划了，那么憨，行了，黑塑料啊，上面带电线的这么一块吧，行了，大气，嗯，这是大气吗？这，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啊，哎，行了，行了，行了，这还能答应就不错了，嗯，有钱，这不叫有钱，全中国说相声最有钱，嗯，就是于谦，嗯，谈不到。他真有钱啊！啊，他不像我们，我们挣点钱，这一句句说来的苦熬苦业，都一样吗？人家家是祖产，啊，留下点钱。现在你看，说相声于谦，嗯，清朝在北京街上，你看你于谦敢这样说，你就完了。哟，怎么着就完了呢？人家跟皇上沾亲戚，啊，我们倒是宗室。清朝，咱跟马路上看见于谦，咱们都得跪那儿，都这么大规矩。等人家于大人的轿子过去，嚯！你要那会儿于谦说一句完了啊，人家于谦过来拿着刀，啊，哎呦，两刀，哎呦，咱的自行车带就扎了。哎，我是流氓啊，是怎么我扎人自行车带去？我就是有身份呐，啊，有什么身份，啊，他实际上他是满族人啊，我们在旗，在旗是满洲尿黄旗的 啊，尿黄旗的什么香黄旗的，你闻着香啊，哎，这你闻着是骚的，是满洲什么骚黄旗的？那没听说。尿骚旗，这是尿骚骚香黄旗，香不劲儿的黄旗。哎，对，哎，香黄旗，哎，跟皇上沾亲戚。是，皇上那支儿姓爱新觉罗。对，他们家这支儿，嗯，叶赫那拉。哎，就那支儿的。宣统退位，取消帝制，嗯，北京城旗人改汉姓儿。哦，爱新觉罗改姓金，这叫的多。叶赫那拉改姓拉。我们挑这字儿偏点儿啊。老拉家，哎，还老拉家，有祖产啊？那倒是。前门外前门大街，嗯，路西，哦，这那一趟胡同，嗯，都是人家家里的，全是我们家的。哎，皮条胡同，嗯啊，有这胡同，嗯，皮条胡同，嗯，拉家，哎，就是拉皮条那家是吗？这个我们不歧视工作啊，这没有这工作，热情，没听说过，态度好啊，在哪儿？啊，反正是那胡同是您家的，对不对吧？哎，这么说行，这不就结了吗？啊，包括到后来他搞对象，嗯，也说了，必须得是旗人，啊，对，那是我们得门当户对，那当然得找一个合适的，是，这太对了，嗯，到后来，他这媳妇儿啊，真是也是满族，哦，也是爱新觉罗那阵儿的，哦，哎，你说这玩意儿，这媳妇儿家里边爱新觉罗的，嚯，他们家叶赫那拉的，嘿。这在一块儿门当户对啊，对呀，他老丈人我都认识，谁呀？北京有名啊，哦，爱新觉罗冤人啊，哎，就他老丈人，那就是坑人呢，那不就是什么叫坑人呢？废话，冤人不就是坑人吗？就是就叫了个名字，咱不会写，叫冤人。哦，哎，两家门当户对，嗯，他媳妇没问题，大户人家，哦，富贵人家的小姐，那倒是，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是吧？他是那儿的小姐是吗？就那歌厅旁边有一大宅门，有大院子，他媳妇住那儿。你把他说清楚了哇！在这之前给介绍多少对象了啊？来一姑娘，来一姑娘，他看不上，不行，不对眼，瞧不上，哦，不行。一直到遇见他媳妇儿，哦，俩人一对脸，嘿，姑娘站在这儿啊，于谦一瞧，哼，怎么样？于谦，嗯，定眼一看，哎，就说这个姑娘，这个气质，
你先等一会儿，你这就这表情，哎，不要往下落马丝儿，你先不要，就别说姑娘了，哎哎，我怎么看人家来了？定眼儿一看，那叫定睛一看，知道吗？差不多吧，差远了。按你说那，我拿着大顶呢，知道吗？定睛一看，啊，定睛，对，定睛拿眼儿一看，去，有眼没眼？废话，眼睛没眼，就叫定睛一看，哎，就叫定睛一看。对了，哎呦，好，慢点，慢点，好，这太爱听了，有点啊。这嗨，啊，没事没事，还磕了一个，这是奇人呢，往里边。什么奇人？啊，说到心眼里头了啊，没听说过。于老，哎，你定眼一看，你看这个，嗨。是亲戚不是？定睛一看，像国舅的状态啊！没听说过，反正就看上他了，哦，就对眼光了，门当户对，就这几个字太对了。哦，结婚之后，您得知道嫂夫人的好处。啊，我媳妇不错，就是一天到晚我们这么痛忙，家里没个好媳妇，日子过不了。那倒是，这媳妇挑不出毛病来。哦，前些日子就这儿赶了演出啊，嗯，于谦感冒发烧，嗯，嫂子那是真疼坏了。是，谦儿，你别吃西药啊。怎么呢？西药有副作用。对。喝中药，中药好。嫂子给他熬中药，嗯，大半夜就这碗中药熬到三点半，那就要时间吗？一脑门子汗呢，是，这叫贤惠。对，大半夜三点半，嫂子捧这碗中药，嗯，大郎，嗯，你喝了它吧。嚯，气儿挣扎着啊，等我兄弟武松回来的。嗨，我跟王妈妈在外屋。哎，怎么老有你啊这里？你老跟着搅和什么呀？很好，好什么的，改潘金莲了都，就形容那个意思呀。在我心中，嫂子这份儿的啊，挑不出毛病来，嗯，真好。有时候老上后台玩来，是啊，坐那儿等于谦儿啊。有时候你看后台一帮孩子们啊，围着我，师傅讲个故事吧，哦，讲个那样的故事吧。什么孩子这是？你说相声的坏小子可不都这个吗？啊，师傅讲个那样的故事吧，把我气的啊。什么话你师傅可得会别的呀，是吧？就会这个是吗？不是，我是会学，不学过一个不是忘了吗？是吧？这好家伙，学过一个不也串到金瓶梅上了吗？是吧？哎，这以后别说，就讲这个。今天不能讲哦。你大妈在那儿坐着，还是她规矩。于谦媳妇在那儿坐着，嗯，我能同着嫂子我说那个吗？对了，没品了，就是这不这，嗯，喂，孩子们，哎呀，师傅您说一个，非听不可。师傅，我给你们讲一个《金瓶梅》啊！嚯，真讲，诚心大声喊。哦，嫂子一听站起来了，不听了。哎，列位，嗯，这叫懂事儿。对了，他不能说，你别说了。嗯，那不像话了。哎，我这讲《金瓶梅》，嗯，嫂子站起来回避了，到门口一回头，啊，上这儿说来。哎，那儿讲去呀！好家伙，这玩意儿开小灶呢还。但是我形容的气质，怎么没听说哪有这气质？嫂子真好啊！那回在德云社。赶个啰啰的一进门把我饿的呀，啊，打外边录像回来快上场还没吃饭呢，啊，对门卖牛肉面的，哦，去给我端一碗吃碗面。我们那牛肉面这么大碗，对，大碗牛肉面，嗯，端在手里拿筷子来，啊，就这一口还没吃，嗯，拖着大碗啊，啊，一口没吃，夸门开了，哦，他媳妇进来了，嗯，嫂子一推这门啪，哟，把我这碗弄地下了，夸碎了，就别吃了。哎，嗯，就我这哎没说完，嗯，嫂子聪明，话到了，说什么了？没事哦，我陪你一碗。哎，我心里热乎乎的呀，我是得回家。你早就该回家。陪一碗什么？陪你一碗面，你知道吗？你以为呢？那是我想多了。没有，就是这么举起，没听着，没有您这么说话。反正我是爱跟他们两口子聊天，因为都是朋友们。是，有时候路过前门那儿，德云社在天桥，啊，差一站地。有时候我打前门走，愿意溜达过去。嗯，走到那儿，有货，皮条胡同。哎，别提这胡同，墙上画个白圈，写个拉字，人都写拆，我们家写拉。这是谦儿哥的家啊，叫门吧。嗯，啪啪啪一砸门。哦。打里边出来人一听声音就是嫂子，怎么听出来的呢？一边走一边唱啊，哎，他好唱。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哎哎哎哎，情人郎你也老没回来，哎哎哎哎，解开了
香罗带我是露出了痘痘来，脱毛裤，这穿上穿上，这立春了穿什么毛裤？想得周到，废话，您这才开门。嗯，哟，德刚，你看咱们的规矩啊，啊，你别看玩笑，见嫂子不能不像话，多新鲜！咱过去老话说得好吗？啊，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这是应该的，规规矩矩的啊。嫂子好，多好吗？嫂子也大气。他说什么呀？死鬼！嗯嗯，小没良心的哟，你还知道来呀？我是没办法呢，啊，看得紧的。哎，去你！这有这么对话的吗？这来，快来吧！啊，你有日子没上家吃豆腐来了。哎，吃什么来？嫂子会做饭呢，啊，麻辣豆腐、红烧豆腐做的可好了。说清楚，哎，焖米饭吃完怎么样？啊，好好手艺，嗯，行，吃完了啊，洗个澡吧。哎，哪儿洗澡去？买的冬枣啊，水果大冬枣。怎么那么别呢？我这话说的，我不能跟你们胡说，啊，就是你老往外处想。不是，我是真拿他当我自己亲哥哥呀。是啊，因为我也知道人家两口子感情好。是，那年嫂子生孩子。就我陪着他啊，在手术室外边等着，正看着谦儿那眼泪吧嗒吧嗒的，感情在那儿。哎呦，媳妇还没生，这怎么办呢？啊，我陪着，别着急，哥，别着急，一会儿带，相信大夫，相信大夫。哦，大夫出来，反正有点困难。哎呦，咱们也在尽力。嗯，那个现在高科技啊，有一种针，于老师您愿意打吗？怎么个针？打完之后疼痛转移，转移。哎，打完这针之后，然后这个产妇不疼，哟，丈夫疼啊，谦儿哥。打那没问题啊，打针打完了啊，孩子顺利降生，哦，他也没事儿，嗯，没把我疼死，要有你的事这里，啊，你别老跟着往里掺和行不行？心疼啊，哎，这心疼啊，心疼了，所以我跟他的关系，我们这叫通家之好，可以这么说。哎，有时候媳妇在家呢，跟嫂子聊会儿天，嗯，有时候跟他父亲们坐在一块儿也聊会儿天，也挺好的。没有父亲们，没有没有啊。表示多嘛，阔就我表示那么多干嘛呀？我爱上你们家去啊，站在屋里边看，跟在故宫没什么区别，至于吗？啊，哎呀，太好了啊，哦！你看孩子哭了，别闹，哎，这嗨，啊，有人去过于家，有人没去过，有人在电视上看过采访，嗯，屋里哪样东西都是文物，啊，就祖传留下的。有的时候我出去上哪儿穿个串啊，嗯，弄个手鸟啊，啊，完事爱上他们家去，哦，让他父亲给看看，他懂。老爷子，您看这行吗？嗯，当然到人家拿不出手来，嗨。咱玩的那个，你说几千块钱就还确实不错了。嗯，到人家家那就是清宫传下来的呀，那老的。那人家玩的东西，咱哎呦没法比啊。咱那个蜜了跟人家比，咱得扔。蜜蜡也不行吗？咱那个松石就不能要。松石，人家家里那个琥珀，那可哎呀，琥珀都知道吧？琥珀有。琥珀蜜了是一回事儿，嗯，啊。透明的和不透明的，不透明的叫蜜了，透明的叫琥珀。对，几百亿年前啊，树啊松树什么的，掉了那个。油脂，哎，这松油子，松油子掉上了，嗯，又过了多少一年，咱也不懂吧，嗯，再出来就那个玩意儿，对，一块一块的，石化了，哎，这叫琥珀，嗯，里边要有一虫子啊，哦，了不得，那叫虫珀呀，价值连城，对，有一片树叶，这都行啊，啊，是是，有小飞虫，哟，就了不得了，嗯，人家家那个琥珀啊，人家那个，人家里边带长颈鹿，知道吗？傻鹿啊，这是一多大的松油子掉下来都不跑，跟着，这就是。赶巧了，滴答啊，来一滴的，哎，掉到鹿身上，嗯，嗯，哎，等着，打这起就愣了，哎，没听说过，就傻了啊，啊，反正哪样都挺好啊。吃饭那个碗啊，人家吃饭的碗，德刚，看我这碗，这碗怎么了？75万，这么贵，啊，我的天，我都傻了啊！你看看，不敢看，怎么着？没接住掉地算谁的？这不至于，75万，看看，来，哎，看看。嗯，接在手里直哆嗦啊，好东西，确实是沾老气儿，老东西嘛。翻过来看，有款儿，写的什么呀？微波炉专用。哎，我们家撑的是怎么着？75万买一微波炉的吧？太有钱，上您家去，我的目的就是长知识，学能耐，哎，学能耐，对吧？对，跟他父亲一块儿啊，我爱跟他爸一块儿待着啊，是吗？真的，因为他父亲，我认为那是个万宝全书。哦，全懂。说句不客气的话，到北京连洗澡都是他父亲教的我。洗澡还用他教吗？老北京最讲究洗澡。哦，讲究的主是这一天在澡堂子里待着。哦，那叫堂腻子。澡堂文化。对对对，老头从早上起来就去。哦，我原来没有这么讲究啊。嗯，人家老头跟我走。哦，青花池看一看，那儿可是好澡堂。老头带着我，嗯，虎坊桥啊。对对对，指着那块匾。嗯，青花池，看看吧。啊，
百年老店，没错，在这儿洗澡是身份象征，确实是在这儿洗。嗯，老头脱了，嗯，脱呀，少爷。对呀、啊，我说老爷子别去，为什么？还没进屋呢，门口啊，大街上脱光眼子了，就没听说。哎，老头就站在湖广会馆边上去。好家伙，要卖票，哎，卖票还不错。我这才搀着他过马路，上对过洗澡去，啊、还得先过马路。你晚点拖不成，湖广在马路这边呢。我废话，青花池那边，我没说这地理。我就说我这份孝顺，我扶着他直接过栏杆啊，按规矩说。还翻栏杆我没带他到二环去，我都便宜他了。好家伙，知道吗？检查身体都没那么大动作，那错不了。哎，倒是仗着清静，一万多人看，那能少得了吗？这是啊，就说这意思。洗澡跟老头学怎么叫享受，人家那是真享受。是老头青花池洗澡，嗯，洗头一水。什么叫头一水呀、啊？就这一天澡堂子来多少人洗完了、啊，把水放干净了，啊，刷完了池子，换完了新水，嗯、啊，谁第一个进来洗，嗯，这是身份的象征。哦，这叫身份。凌晨四点啊，头一个下池子，这么早，这叫头一水。嚯、哦，就是你爸爸就这个，就是大清朝一老一少，就这个贵族气息改不了。那是，就必须这样。这个贵族他跟暴发户不一样、啊。那确实，暴发户一天一万个，嗯，贵族气息三辈儿出了一个，真是这样。那是骨子里的东西啊。没错，早晨四点他为了洗头一水啊，你说这个身份，他讲究嘛。伙计们在里边换水，快点快点快点，老爷子外边等着呢。是是是，身份啊，嗯，老爷子在门口。这还贵族气质呢，这，这差点没冻死。这个，行了行了，一会儿这里边伙计赶紧把门开开。嗯，嘿，进，请进来。是请进去的吗？这，进来之后下池子啊，哎，上来了啊，这个啊，这池子兑凉水啊，哦，烫了，下这池子。嗯，这个得兑热水啊，还凉了，水温合适了。哎，门一开，嗯，客人们都进来了。哎。他给人试水去了吧？他这是，这不是洗澡去了？有身份？有什么身份？我就爱看他爸爸在池子里边啊，就顺着池子边缓缓下水，烫的大气呀、啊！嗯，哇，噔噔噔噔噔，这淹死了，没听说过。哎，脚底下没死住地。嗯，哎，对，接着假牙。哎呀，在池子里涮，别涮了。万幸是头一水，哎，嗯，哎，这水到这儿啊，再泡吗？泡，开心。别喝，别喝。我爸爸泡茶碗里头了，这张嘴就喝呀，这样。有身份，跟这泡会儿啊，上来又搓澡，嗯，搓完澡吃早饭啊，吃早点。一天那雷打不动，就这三顿饭啊。就他讲究养生哦，而且老头吃饭没有吃饱一说，怎么叫六成饱？哎，这是最健康的。俺不懂啊，人家这个有钱人的身份啊。嗯，老头一顿六分饱，就这样。为了养生，半饱。早上起来，嗯，卤煮火烧，卤煮火烧就是卤煮小肠，不要火烧啊，不要火烧，哎，干吃肠啊，吃肠，一大碗哦，就蒜，咔咔咔咔咔咔，这才六成饱、啊。哎，六成饱，哎嘿。哎全靠猪肠子啊，填六成饱。好家伙！再不够，然后拿蒜凑。哎呦，会呦。哎，这早晨起来，贵族到中午要吃正经的午餐了。哎哎，就是那个炖吊子、嗯，这是大肠了。哎，猪大肠，猪大肠。哎，大盆吧，来大盆啊。他倒不护食，那是啊。到晚上要吃点清淡的东西了。清淡的是。猪大肠刺身，哎，生的呀，刺身，现杀的猪。好家伙，这猪都捆好了。嗯，师傅拿着刀跟着等着。老爷子来了吗？啊，来了啊，走，嗨，宰了，宰猪。嗯，先给掏了肠子。哎呦，啊，掏完之后弄好了。嗯，这边师傅抱着，哦，肠子头递给你爸爸。嗯，你爸爸把这肠子头搁嘴里。啊、你先，就，你先等会儿吧，等会儿。拿着肠子头做呢，不是吃肠子呢、啊、那是吃肠子里头这点玩意儿呢，热乎乎啊。什么热乎乎、啊、我爸爸一天太骚气了，这个这点饭吃的全是肠子，六成饱。哎，六成饱，
一般的人看看就吐了啊。那是，他也是硬吃，那是。睡觉前啊，有一顿甜点，还甜点人参，这可好东西了。东北野山人参啊，哎，得有这么长。嚯，拿红糖把它腌透了。哎呦，睡觉前三根儿。睡觉前三根儿，每天啊啊，睡觉前三根儿。好家伙，列位，红糖腌的人参，嗯，人啊，嘿啊，大象也受不了啊，多新鲜呢。老头吃的眼珠子都红了。是啊。好几天不上厕所啊，是上火呀。我去了，哎，德刚，哎，好几天没上厕所了啊，看我这眼珠子都红了。是，你看我这怎么回事？肚子长得难受，就结不出来呀。嗨，大爷，张嘴，嗯，张嘴啊啊，什么毛病？便秘啊？怎么瞧出来的？他是看张嘴看便秘，我觉得状态看舌苔嘛，看舌苔嘛。您呐，嗯，蜂蜜。您那人参什么别吃了，再吃非试试不可啊！你这个嗨，其实也不用费那劲，你就买点香蕉吧，买点好的好的那个大香蕉啊，买一把，有两三根就行啊。哦，哎，吃吧。过了几天我又去了，嗯，大爷，嗯，香蕉怎么样？不管用啊，不管用吗？大爷，你走到现在也没去厕所呀？嗨，不能啊！啊，于谦也便秘，嗯，我给他出这主意，是他吃了两根就好了。对呀。怎么着？吃啊！你以为呢？可不是吃吗？不，就没听说过。手机占着地方呢。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废话，我这后来告诉他赶紧怎么吃，怎么多吃点青菜啊。就是说良心话，老头有头疼脑热，我真心疼。那是因为这关系在这儿，交情在这儿，那真疼他。没事，我还上找他玩去呢。啊，走到胡同一探头，有话啊。你父亲在门口呢。哦，老头没在屋里边。哦，啊，跟院外边胡同里边，他父亲正站街呢。啊，这叫什么话？这没在屋里边，不是街上站着吗？在马路上晒太阳呢。啊，晒太阳看书呢。什么晒太阳？是吗？老头拿本线装书，老版的。他父亲，嗯，站在胡同里边。哦，跟这儿摇头晃脑的。啊，你先等一会儿。你这个文化跟谁学的？摇头晃脑。哎，这摇头晃奶那是我妈。记住了，有时候我跟老头也说，嗯，我说您现在不错，吃喝不愁，孩子们也都好，嗯，儿媳妇又孝顺啊，您这一生算行了。不行，哦，我就是一个嗨，嗯，我怎么说，纨绔子弟。哦，这一辈子啊，吃喝玩乐少爷样子。我说句良心，到老了老了，有时候我看着谦儿他们这么忙，我也难受。是啊，我给孩子帮不上忙啊。可是你说我能干点什么？嗯，从小家里那个身份啊，轮不着我干活，什么也不会，是不是啊？嗯，所以说有时候我也想做点贡献。好啊，老有所为嘛。嗯嗯，哎，说到做到。怎么着？没有几天，你父亲就想了，要去抢银行。哎，这是给我找事儿呢。哎，仗着呀，他有个优点，哦，记忆力不好。这是什么优点呀？这是拿把菜刀哆里哆嗦奔银行了。嚯，哦！一进门，人保安大爷什么事儿？嗯，忘了，哆里哆嗦又出来了。嘿哈，保安给送家来了。啊，老头很感动。哦，做了个锦旗，写人民卫士送的。这不是撑的吗？这不是。老头后来自个儿说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对，劫财不行啊。那，您打算劫色？大爷，好家伙，真能想。也不谁给他出的主意啊？拿块手绢儿，哦，买点乙醚。啊，真懂这乙醚。只要一捂，人就晕了。嗯，老头高兴坏了。啊，冬天，晚上，嗯，拿手绢，一米撒在上面，倒点，奔外边，嗯，公园附近，嚯，找那个单身女青年。哟，老头，就这模样还劫色呢？这个，老有所为啊！别提老有所为了，老有所乐。对。老有所为所欲为，哎，给孩子呀减轻点负担。哎，对，我也别老跟家里混吃等死了啊。对，给社会做点贡献吧，这样死得快。嗯嗯，前面有一姑娘，真来人了。姑娘背着小包，穿一高跟鞋。哦，下夜班，夜里十一点多。嚯，姑娘跟那嘚儿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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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哦，你爸爸高兴。嚯，来，追得上人家吗？紧着往前追啊。啊，姑娘听见后边有人了。啊，怎么着？一回头，你爸爸害臊了。啊，哦，假装，哎嗨，自
己给自个儿捂上了。你爸爸再睁眼啊，转天早晨八点多，嚯，在公园里边啊，大长椅子上躺着，哦，一丝不挂，谁给谁劫色了？这是，老头挺高兴啊，挺好。什么挺好？挺好，这不就老有所为吗？谁给？你别看他脑子不好啊，你像这日子，他开始忙了。忙什么呢？找张纸，把亲戚朋友都得写上。干嘛呀？快过年了。哦，给大伙儿得拜年，这规矩他有。先去谁家，后去谁家，嗯，几点到哪儿，待多长时间，嗯，都得写上，这是有讲究的，老理儿啊。嗯，第一家谁？哦，你岳父，那是必去的，爱新觉罗冤人。哎，别提这名了啊！啪啪啪，一打门，老亲家，你岳父开门，嗯，你爸爸打外边进来了。哦，还拖着这个呢。点心，你早说呀！点心，你以为还是那个了？废话，我以为还是乙醚呢。不是不是，没有初一用乙醚的。对，十五也没有。一开门，你父亲打外边，嗯，哎，进来了，嗯，你岳父打里边，好，这好，俩人指不定谁劫谁呢，要不成亲家了吗？对，这个门当户对很重要。人家没听说过。你岳父是拿着个水壶，哦，拿个水壶，全这么拖着，呦呦呦，快去！哎呀，老哥哥快来吧！嗯、高兴了，倒水。老北京人过年可不就这个嘛，是吧？嗯。嗯，但是呢，你岳父家里边终归是皇上这一支儿，哦，家里边老理儿多啊，那更全了啊！您别给我拜年呢，嗯，要拜年给老祖宗拜年呢。老祖宗把客厅打开了，嗯，啊，墙上挂的都是画，哦，都是大清历代君王。这应该拜及娘娘，哦，歌进什么所有的这些大官小官屋里都有。哎呀，你爸爸打外边进来了啊，磕头吧，磕，挨个磕吧，那得啊，打头一个开始吧。嗯，这就算，我觉得你老丈人就算是挺厚道的了。怎么呢？哎，从进关之后那开始说，打顺治开始。好家伙，嗯，这要进关之前那就太那得磕死啊。这是头一辈的老祖宗，来吧，啊，老祖宗磕头了。嗯，磕一个吧。这老祖宗，这老祖奶奶，你也磕吧？这得磕，磕吧。嗯，一个一个皇上啊，你爸爸初一早晨去的、哦、啊，然后正月十五回的家。好家伙，到家之后自个儿也琢磨啊，啊不对呀 啊, 啊，第二辈老祖宗，第三辈老祖宗，啊、第四辈、第五辈 啊, 啊，溥仪之后又出了三十多辈是谁呀？怎么没听说过？不成，嗯、啊，我上了冤人的当了。嗯，啊。那是冤人，他这个名起得太合适了、嗯、啊！我也得报复，这怎么报复啊？可是你们家没这么多老祖宗画像。对，你爸爸真有主意。他干嘛？找卖年画的。哦，卖画。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要那个。一个男的配一个女的。哦，一个男的配好些个女的。嚯，卖画的这小子是个坏蛋。怎么呢？他平时卖的是年画，偶尔呢、嗯、也为一些特殊人群啊进一些特殊的画。就那个黄色画片儿，这我懂。你有点家传啊？废话，你说的就是那意思。西洋的油画，哦，肖像裸体的那个啊。大爷，您真要啊？我要。太好了，弄一大捆。哦，你爸爸抱回家，这回行了。行了，冤人你来吧。哦，等着他到我们家，我让你磕死。啊，哎，老祖宗、老祖奶奶、老祖宗、老祖奶奶，哎。搁在屋里等着，这一大卷子没打开哦，一直等到你岳父来啊、一进门，哎，过年好，我来拜年。好，亲家，哎，就等你了，可来了，老祖宗、老祖奶奶都等你呢。哎，你准备磕头吧，来，这是我们家第一辈的。嗯，哟，你来早了，嗯，老祖宗还没起呢，这没听说过。我以为我上来跟我握手的呢，啊，刚才这个节目特别好，是特别的新潮，都是我们德云社的年轻人，对啊，新势力，说得非常不错，嗯，下去休息休息，哦，这回把我们三个人换上来了，哎，给您说一段，对，大家能看出来啊，啊，台上这三个人大家都很熟悉，哦，我的名字叫烧饼，嗯，旁边那位呢是我的搭档，对，曹鹤阳，是我，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嗯，我的大爷。嗯，于谦于老师，对，于编于啊，于谦于老师，对，我少说话，少说话。到年底注意 啊，好好，一般这都是逗哏的词儿，知道吗？啊、对，
他今天我站外边了，今天有点抢包袱啊，还好没嗑药今天。今天呢算我们德云社的封箱演出。对了，大家伙特别开心，嗯，也特别热闹。演员呢也累了一年了，嗯，这一年呢我们演员有很多的收获，是，也很多的成长，没错。大爷呢也替我们受了不少累，也烫了很多回头嘛。哎，对对对，因为我们经常出去惹祸，我们一惹祸，人家就用动词骂我大爷。对，其实我们也很为难，真的，我每次听完都特心疼我大爷，真的，我大爷都那啥，你大爷就那种，以后叫叔啊，以后叫叔啊。我看您这头好像是抓出来的，没有没有没有，你那才是抓出来的。反正确实我们没少让大爷费心，改给称呼，私底下呀确实也对我们有说很多说服教育，哎，我们都很好的关系，哎，对，平常也私底下经常聊天。对，今天呢也没有什么外人，哎，也算一个汇报演出，哎，既然是没有外人呢，咱们就随便聊一聊天。好啊，其实大家伙对我们这个演出啊，包括我们这个演员私底下这个生活不是特别了解，嗯，他们很希望了解，也很好奇嘛。我是逗哏演员，嗯，站在里边的呢叫捧哏演员啊，就我这个位置叫捧。哎，对了，其实，嗯，哎，我这个位置，我这个位置一般那儿没有人，嗯，不，那我挤你这，啊，这站着别往这儿挤了，我那边有个名，有个名叫什么，那边的人叫逆缝。哎，对，就是瓦匠，懂吗？瓦匠，咱们有专业名词，这叫逆缝，都逆上，就哎，对，就这么一名词，叫专业术语，对啊。当然，说实话，可能大家伙对于我们这个逗哏演员呢了解的比较多，哦，因为我们话比较多，是包袱呢，有时候都出在我们身上，对。但是我们很辛苦，是啊，这一年确实不容易，嗯，站在外边，你说人家捧哏演员，好歹你说站累了，嗯，人还有个桌子。桌子有什么用，啊，你这桌子站累了，你手往这一扶，哎，能借借力。别逗了，你不也平时扶吗？你不也是，我们捧哏是正常演出啊，不，我们这就是这姿势。对，你看，嗯，这姿势，你看这么着，等会儿我看于大爷是这样，嗯，对不对，我也没躺着这样，我就这样。对，有时候实在不行这样，就感觉就是这个，我怎么那么累呀，啊，我在这儿这样。就说你演出辛苦啊，负责任啊，啊，就感觉这儿有个门框似的椅子，啊，啊，我这这来来呀，啊，去来呀，是这意思吗？不是这意思，桌子，哦，桌子，我们逗哏演员就不行，啊，对不对？你不能老靠着桌子呀，是啊，你椅子我们也不能这样嘛，不好看呀，啊，那倒是，所以你们就站这儿，来呀，来呀，就是那种，对吗？我们跟铁塔似的，是吗？跟山贼似的，对对，我们就站着，还得好好站住了。啊，你说累了不能这样，嗯，你不能那样，嗯，对不对？人家实在没辙了，再累了，嗯，人家俩手往这一扶，啊，你瞧我这给你学的，哎，俩手扶着，啊，哎，就跟那个海洋馆那个海狮似的，你看见没有？海狮，哎，海狮似的，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哎，听相声带驯兽的，你看多好，没听说过，哎，驯什么兽？鼓个掌，来，还海狮？你见过烫着卷的海狮吗？这说谁呢？这？说谁呢？这是不是大爷？我今儿没有桌子，今天你没有桌子，我有桌子。今天不会说话，这说，对不对？这都是其次，累不累？演员干的就是这行。这话对，对不对？咱上来咱得有精气神儿，没错。观众花钱买票看你软塌塌的，没听说观众还不乐意呢。对，这都是其次啊。有时候呢，有那个因素的避免不了。什么因素？你比如说台上，你演一演，你就憋不住了。什么憋不住？不是大的，小的，啊，你带着孩子上要接手，想尿尿，上台还有憋不住尿的时候。逗哏演员说话说的多呀，台下就得喝足了水呀，说着说着你想尿尿啊，那我们就得憋着。谁不得憋着呀？对呀，你是谁憋小便的时候不得咬点牙吗？不对，人家憋，人是俩腿夹着，人家是。你大褂挡着人也看不着，你就夹着呗，你就这没人，你怎么待着不都行吗？我没法夹，我一夹是这样，这怎么？咱不要细研究这姿势，行不行？咱就说这事儿，不是就说你说这本来就憋着，这还想咬着牙，你还得张嘴说着话，多纠结呀！不是那都这样，啊，您可以呀，我怎么可以？捧哏演员有桌子呀，啊，哎，就尿呗，我就往哪儿尿啊？就桌子里边哗就尿呗。
我就往这底下尿啊。对呀、啊，没听说这姿势也不对呀、啊，这到您这个姿势是不对、啊。一般你看他尿的时候都往后撤一步，因为这么着顶着尿啊，滋身上。这没听说过。哦，您平时就这么尿啊？这你才这么尿呢。现在不这么尿了，大爷岁数大了，插尿袋了。哎，好嘛，我这这么大我就插了。一般这个袋儿都别后腰上。行了行了，你们别胡说八道。就这个事儿，这都是小事儿。这还小事儿？这都是小事儿。当然，你说平时我们演出也很卖力气，嗯、得对得起观众吗？是啊。平时一演出就是一个小时八十分钟、啊，所以说有多长？一个小时八十分钟？不是大爷错了，他是说一个小时有八十分钟，那就对了。哎，对，那也不对。一个小时怎么会八十分钟？一个小时到八十分钟，哦，就一个多小时，不是就完了吗？哎，您这个解释，废话，早就应该这么说。就一说就一个多小时，哎，对，八十分钟啊，还是八十分钟、哎。就说一个多小时，特别累啊啊，话也多。你看人家往边上一站，嗯，多省事儿，没什么词儿，没词儿，对吧？但是咱观众可能不了解哦，我们家这个演出啊，跟外边发工资不一样。怎么呢？挣钱一样多。不不，你等等等，这商业机密，这不要瞎说。你不要跟人说咱收入问题，这不封箱了吗？封箱了就胡说八道。对你不能瞎说，就因为就封完箱就见不着大家了吗？哦，给你封起来了。你问，我这个可以闲聊天。对嘛，这是规矩，都不是外人，我都这样开支吗？不是，啊啊、就说我们哥俩挣钱是一样多的。嗯、啊，你们哥俩。当然，我这人大家也知道，嗯，我不怎么在乎钱，嗯、啊。啊，对他那俩是我这结石改的，对。哇、哦，好家伙，好家伙，你尿出来都切好了是吧？哎，你那个尿道。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啊、越说越下三路了，这个。道理是得可供的，嗯。干嘛都。咱，咱反正咱是不在乎钱啊，咱就说这事儿。你、啊。还是我这话多呀、哎，累得四脖子汗流、嗯，累得跟死狗似的。人家旁边往那一站，就是，嗯，啊，嗨，哦，跟毛片配音似的。哎，你会聊天吗？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会这？你们家毛片怎么的？毛片是啊，行行，不是，大爷，他这个举例子不准确。我是说，我也别举这例子，我证明嘛，这不是？不是，根本就不。那他那意思捧个演员都是，那您平时也嗯啊？没有没有没有，他这话说的自然是没有道理，是没有。但是你不要太较真儿，你呀、啊，就到最后人家来一句"去你的吧"，字儿最多。废话，你见过哪个毛片里有"去你的吧"有这句？那就是不愿意了呗，你看就是没看过，我跟你说，对不对？咱们不要探讨那些其他的，行吗？那也是艺术不？不艺术，你说去你的！我们捧哏的是经常有这句，我们，但是我们绝对那是带着感情的，那一句话我们说的是很，就很多种方法，就特别不乐意让你过来那意思，知道吗？就这一句去你的，我们带着丰富的感情说。你甭跟我说那个，挣钱一样，好家伙，工作量不一样呢。那我一个字儿，我说话说得多呀。我那一个字儿要按一个砖头算，我那都垒成万城、万里长城了。他那将将垒个坟。哎，我，你都哎哎，我怎么就垒一坟？我凭什么就垒一坟？我这还有点半头砖。哎，你您歇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行了，他说的是捧哏演员垒坟。墓碑有了，以后你有墓碑。什么什么墓碑？把你二维码搁上面扫一扫就行了。没听说过，墓碑有个二维码呢吗？不是你等等，太让人不是你等会儿，大等会儿，我觉得啊，他今儿上来他就带着情绪，没有，不是上来热热闹闹演一出得了呗，我这都不言语，你看他老招我，不是他老一块演出合作这么多，你至于的吗？不是我就你说我还说你呢，你瞧你那个脸什么玩意儿，你这我愿意，你长了一张烫伤的脸，就你这样你管呢？你得了，你就内分泌失调，我就告诉你，就是、弄俩字，我不在乎钱，我告诉你，你的钱也就挂这儿，我告诉你，行了。什么乱七八糟，没有人性，会聊天不会？您甭管，您甭管，我告诉你，你会不会聊天？我怎么了？你好好说，宣传宣传正面的能量，好不好？你有正面能量？怎么就没有正面能量呢？你有正面能量？你瞧你长那个模样，怎么了？爱看？你那是自恋，知道吗？我都怀疑你，我告诉你，我都怀疑你妈当初生你的时候把你丢了，把胎盘养大了。我告诉你，不会聊天，说话，你说，你神经病，说话多损，大爷，这不是损，知道吗？这个人互相攻击还能到这种地步啊？我。废话，有跟胎盘聊天的吗？废话，你见过胎盘带耳钉的吗？废话，不扎漏了羊水怎么破出来？去去去！啊，也不是你们都是学相声毕业的吗？你们
我也互笑溜达过，我跟你说吧，就别老说这乱七八糟没用的，行不行啊？就说他这人讨厌，这不是我的，你要不招我能这样吗？我咱们风箱聊点正事儿，聊点家里事儿都没有关系。你快去你的吧，我都讨厌你了，我跟你说。你才拍毛片呢，你我去你的吧！甭跟我说这，不会聊天儿，咱有什么说什么。大爷，你劝我，我这话我听。不是，我这肯定得劝你啊。你劝我这话跟我师傅说的差不多。你师傅也得好好劝劝你。咱有什么说什么，我这人我憋不住火，那天我就找我师傅去了。哦，就跟他说去了。废话，我凭什么受这么大委屈啊？哦，你让我找去了，郭德纲滚！你就这么跟他说话？不是这个语气，哎，说的就是这语气，吓我一跳！我说你要这么说，师傅能踢死你，踢死你膝盖！我告诉你，我去，他也踢不了太往上。这有受害者，我跟你说。就说吧，你找你师傅去说过这事儿是吗？过我过去也行啊，过呀，你过去了合着。对，废话，要真这么说，我今儿就站不了这儿了。我跟你说，啊，我咱有什么说什么啊，师傅，我心里我难受。怎么个难受？咱凭什么呀？咱逗哏演员都疯了啊！啊，咱怎么了？一天天台上累得跟死狗似的。好四波的汗流，台上赠命那么演出，人家旁边嗯啊，这是去你的吧，人家下班了跟咱钱挣的一样多啊，我们也就算了，你跟于谦你怎么了你啊，你是挑拨关系去了，你这是，你这是反映问题去了吗？我是站在我师傅，你等你站哪儿，你得叫大爷知道，你哪怕去你大爷的，这不都可以吗？没听说哪有点名叫于谦去，这不好听啊，那这没说这句话，不，语气不是这个语气，没有这语气，你说你的事儿，我就说我们挣的都是小钱，您挣的大钱，对不对？您疯了，把一半的钱分给他，你有病啊你！你就这么说话？没敢。哎，对。哎，但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个意思呀。啊，你师傅得说你。我师傅说我来着。他怎么说的？孩子，你怎么了？啊，人家不对不对，等会儿，太角度不对，角度。哦，这你得改，你得改。对，角度不对。你想想，他踢你一脚，你能做绝育手术那个高度？对，啊，到不了，到不了，啊，到不了。是我，刚才是我，我踏实。行了，行了，就说吧，就对话，不要表演。还我没表，这不你俩跟我说戏的吗？这不，语气，什么语气？来吧，孩子，你这不对了，你也得这么想啊。怎么说的？分工不一样。对。对不对？工种还不同呢。就是。再者说了，是、啊、咱是挺累的。啊、人旁边，嗯啊，这是去你的吧？怎么了？啊、是咱台上是累，人那句去你的，人是结束语啊。明白。对不对？您、嗯、要不说那句去你的，咱是不是死台上了？人说那句去你的，咱踏踏实实死在后台呀、啊。这是师傅，你瞧，哎呀，哎，爷们儿，我开窍了。啊，您才明白啊！下回您就这么骗他。对，我一直有点自卑啊，我跟你说。哎呀，啊，不是，这还有这么一个讲法。再者说了，我是跟你谦儿大爷挣钱挣的一样多啊，但是你大爷，哎，这叫骂街呢，这不是？啊不，语气不一样，就说的也是这词。但是你大爷，怎么着？就他有一半的钱得出去烫头去呀。我烫多少回头啊！我那一半的钱，你大娘就给我拿回来了。没听说。哦，还有这么个事儿？没有，没有。合着我一年挣这点钱全烫头了，剩下给他还回去了。我还把媳妇儿搭进去了。这是我师傅后台亲口说的。没听说啊，都破烂了。正好就应该说说。当然，说实话，师傅人家为什么说不光说教咱们艺术啊，得教咱们做人。那就对。一说两说，你看这两位。都是长辈，人说的都有道理。啊、对，孩子得细心的听，早就应该听，往心里去。其实说实话，刚才你们上来这么说话就不对。刚才我说了，今儿啊，咱们封箱也当上节前，咱们聊会儿天啊，说点外边事儿，说点自己事儿都可以，但是不能带着情绪。你说他要不挑事儿，我也不会直接。那问题解决不就完了吗？想明白这个嘛，就我师傅台上不老说吗？对呀、啊，你也说，单丝不成线，孤梦不成林，哎、浑身是铁，好几根钉子。哎，对，哪有好几根钉子？那是骨折了打的，那是我好几根钉子就坏了。那老词儿怎么说来着？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子？对，咱尽量别打钉子。
废话，还是骨折，说的不是这事儿，就说这意思。逗哏捧哏的虽然是工种不一样，对，但是真占了各自的位置，对，对对，缺一不可。这话没错，对对，但是咱还有什么说呢？啊，我还岁数小，演员呢都在成长，都应该学习。就有时候台下那个事儿不能像您这成熟的演员似的，怎么呢？就不带到台上。哦，你还带情绪，有时候就带你，像天津那么演出，谁还不带点情绪呢？我有时候也这样，本来就不开心，你说还非得站一块演，就带到情绪上了。怎么回事？演完之后，人家观众，人家花钱，人有也有内行哦，人家就来找我们来了。哦，就反应啊，到后台就把我叫出来，上来滚，干嘛是训狗呢？这就滚，人没有后面这，我说训狗都这样，有一句天意，嗯，滚。不是，你好，怎么了，大哥？嗯，告诉你啊，嗯，烧饼今儿这相声听完不来了，不听了。我说行，什么？那个、可真客气，行的像话、啊。我说您不来，您告诉我为什么呀？对呀，是我们哪儿做的不好？吸取教训，不是那个事儿啊。我就觉着我花钱听相声，我冤的哈。为什么呢？我也不能为什么，我们没逼着您来，对，拿刀抢着非得让您来，是不是？我就不明白一个问题，哎，我花钱听相声，算了，哎。凭什么？嗯，哎，凭什么站你旁边那孙子站你边上听相声还他妈挣钱？凭哎呀呀！哎嘿！过分了，有点，你砸人家了，我跟你说。对不起，对不起，这鞋呢？没鞋了都。你扔下去了，你问人要鞋？他不把我的，我的就是人缘，我跟你说嘛，这就。别闹了啊！这怎么着？这说着说着，大过节的，这您受累吧，您受累吧，这哪儿的事情？你这。行了啊，好家伙，我数来的好听过吗？行，我以后我就小蹦心了，我跟你说。哎呀，我今儿上来错了，我跟您说，我差点堵了枪眼呀、啊，刚才。你说哪儿啊？说着说着您就动手了。您还没听出来，他不是骂我呢吗？这不是啊，站他边上那孙子，不是我，难道是您吗？你想想，我这是替您报仇呢。你他妈借我鞋用，借我鞋用用！谁骂我呢？这是？那您是不是站他边上呢？现在我站谁边上？他说的有道理没道理？我说的不是这句话，不，我说的是不要动手。不是动手，您想，他说这话，有一大哥上后台找他来，站你边上那孙子，站你边上那孙，那大哥您想想，什么关系能说站边上那孙子？那就是你爷爷呗。你是人吗？你非让他说清楚了，你。不是缺德，没有这么说的，这骂人吗？这他说这不对，咱可以说的。再者说这话，他也不是我说的。你甭废话，我说那大哥，那大，你行，你甭问，你要有真有那大哥也是你好基友，我就告诉你。哎呀，你甭说那个。行了行，不是我，谁说的多？我是双子座，我精神分裂呀。哎呀，你怎么不死去呢？你不要拿这个说事。我跟你说，谁说的这话也不对。是不？我现在不想明白了。你说逗哏的、捧哏的哪儿上来谁也不容易，都是从小好好学。是啊，一个是位置不一样，一个是重要性，都是一。怎么跟你说？这是合作关系。你这么长时间，现在不明白了吗？你明白？那你刚才打小都要你解决完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说后面的事儿。过去的事儿嘛，对不对？你看他一上来就动手，一上你看我过去的事儿，现在打的呀，你们是？对呀，你说要不说说他，你要冲我干嘛你？冲你怎么刚才你骂人孙子你不让指你我多才说了大爷我骂你孙子了吗骂了情人节过不去了真的不是你刚才孙子的我就没听清楚你知道吗你们就不应该说这个话他就不应该动手行我错了反正都打完了错了行坐你弄多来坐了
那我咬死你！我告诉你，您说要您今天跟他演出，您说您受了受不了？我平时挺温和。以后再也不会有咱们一块的演出了，好吧？我跟你们着不起这急，是行吗？大，您就打算把烧我们这孩子记了？不是，咱们踏踏实实、平心静气、心平气和的说一说。咱们他打人固然不对，你说那话也不对。不是我。你甭说是不是，哎，大爷，等会儿呢，这个我得说两句了。咱们平时在家勤学苦练，打小甭说别的，咱为什么不逗哏？是因为打小咱就有捧哏的底子，所以说咱现在干到现在，哎，我觉得我干的挺好。他凭什么就说我呀？你是挺好，我打小底子那么好，他说我？你打小怎么底子？怎么底子？我上课接下茬接的好着呢，我。老师说什么我接什么？底子这叫？你太轻视咱捧哏，打小接下茬接的好，这叫基础。那现在我在家也勤学苦练，我现在你能怎么着？你好歹你一人在家的时候你无聊，你可以给新闻联播捧哏吗？哎，只要是一个人主持的节目我都行啊。好家伙，你贫不贫的自己在家？哎呀，现在报时七点，真准，什么玩意儿这是？我用你说准不准？哎，不对，这不浪的吗？这怎么会是浪的？这叫不是有自闭症啊？这叫不放过任何练功的机会。这大爷，您说这思维得这么练，对不对？那是咱开车，咱也不闲着。开车呢？你可以跟导航聊聊啊，那不也行吗？前方路口500米左转，好嘞。前方有测速照相，别使相了，还使什么相？怼死你都不多，我跟你说。这不是为练反应吗？这不是改神经病了？你这个不是神经病，这不是咱条件好吗？这不是就这条件呢？我觉得我天天那么练，你说这个是你练功方式咱不管，勤学苦练是对的，你应该的，找好方式好好练功，这就是每个老说我应该下。对，咱们后台这么多演员，多少榜样？就是榜样多了，多少榜样？那可不嘛。好的，你怎么不学呢？一个个的学习文化也得重要。咱们后台有好学生啊，那有，肯定是有。你那你上学是吧？上学，那就说上过大学的，是说相声那行，咱都知道，幼儿时学的比较多。上大学的有好多，确实好。那个高峰有。高老师，对吧？高老师一会儿能上来，对。德云社一介绍，我师傅一上来，这高峰高老师，对，德云社的总尿鞋。哎，对，总尿鞋干嘛？他呀是前列腺的问题啊，就别急。他前肥大，你知道吗？行了行了行了，可能有点脚凉。别说了，就去南科院看一下。应该是搭档，你们俩还怎么着？他你说完他就给你解释吗？哪儿就总尿鞋就前列腺了？这不是长期磨合，我师傅说的吗？不，你师傅说的不，他是说总教习，总教习，我就总教习。你师傅有这么咬牙切齿的吗？不，总教习，教习，教习，对，教习啊。我师傅可能天津人有口音啊，这德云社总教习。对对对，你说到这儿对了，人高老师人天津人，对吧？人家天津大学毕业的人，对。天津大学水产系的高材生，人家这大学含金量多高啊！对呀，刮鱼鳞，哎，捏鱼泡，抠鱼鳃，采鱼籽啊！最后毕业怎么炖？你对对吗？改厨子了这？哎，毕业分配到新东方烹饪技校，你多好！人还是好人家。行，不要说。还有人家那搭档，搭档栾云平，我们师哥呀，对，我们总队长是。好家伙，聊的嘛！啊，清华大学，哎，名牌啊，那是清华大学呀。你这还是天津大学，我告诉你，高等学府。就说清华，专门有那么一站，清华有一站，知道吗？坐过地铁吗？好像没有，我记得回答啊。就有那么一站。清华大学，人家是清华大学，你跟人学学。对，人家你说次了能考上清华吗？那可不嘛。学什么装修系是什么？哎，对对对对对，装修系，对，出来这个工作叫什么来着？那个室内设计师，对。因为学这个，等，大爷不对，这不是我们俩这个之前聊这事儿的时候说了好几回，那个室内设计师，是，对，我觉得是是，哦，对对对，室内，对，是，这组字咱们得清楚啊，是，哎，对，怎么会是屎呢？屎那玩意儿用设计吗？那东西，那都是自然成型的，就看你当时的肠胃是。咱们说到这儿就行了，行吗？不是，我想解释清楚了，这够清楚的了，都恶心了。对，就室内设计师。我东北的，东北怎么了？有口音，不用，就室内。不是，我们咱们说相声，不要口音。那么说，室内有空调，室内有 WiFi。你废话，室里边装 WiFi 给区用啊？
不会聊天的人，你说室内有 WiFi？ 行了行了行了，你能拉出一空调来？先别说，就是室内设计室完了内，那也得是一体机。够了，是我一直是行吧？对，你让大爷坐着，就这我这贵。室内设计室，哎，爸爸，那玩意儿没有露天设计的。室内设计师，哎，汗都下来了，我跟你说。室内啊，是室内设计师，人家这师哥，人家那学历高啊。是你说那话跟我们台上说的话都不一样。那当然。大爷也了不得。这大爷可以，哎，大爷，我你大爷来，各位不知道，这得着重介绍。于大爷，哎，于谦老师，哎，那仔细说，北京电影学院，不对，怎那个得用播音腔，怎么？于谦老师，北京电影学院，你这么说，你那可能吃多了，你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吗？你们俩这么说大气，大不对呀、啊，大气个大声，北京电影学院得这么说，您高兴不高兴？哎，对，导演系毕业的，对，哎，就是拍片的，对，事就。哎，等会儿，哎，喂喂，您怎么不拦点？废话，我拦他干嘛？就是拍片的呀。您不，您，哎呦，您可能平时应该拍电影，咱说的正式啊，不不，就拍片。我拍电，不要拍片跟拍电影是两回事儿。拍片就是拍电影。谁告诉你你这个社会，你一个穿衣服，一个不穿衣服，那能一样吗？这个？哦，拍片是。去你这这这啊对就是拍片大爷不是不是理想理想两不是理想的那那咱得含蓄一点拍影片两门报哎中和一下拍电影片的老得有这片儿哎于老师这不很好吗人家这个学历包括人家这个够能跟咱一样吗那肯定不一样对不对哎但是我觉着干什么工作都是天生决定的是是是是是你这话又怎么学前面刚说学习好怎么就天生觉得我觉得我这人就说干不了别的我就适合从事舞台工作得了你也天生就你先哎舞台的你去那个皮肤烫伤科你适合当大夫去我告诉你连看当病人不是我是说他连看病再看自己这不省钱吗这不是你又没那一说那话都没劲我就觉得我就适合站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灯光照射台底下这么多观众山呼海啸这个掌声这个热情哪儿有、啊、没有还山呼海啸呢你要山呼海啸你哎呀你那真给面儿、啊、那边还有抱美股的哎行差不多了还要走的呢你说说你就说说你怎么就适合站在这个灯光下有个绚丽哎呀好我就站在这儿不死去我就不适合学习我这辈子可能初中都考不过我都没听说还有不适合学习这有不可抗拒因素你有什么不可抗拒我这个人就是怕黑我学习不好怕黑我都没听说怕黑跟学习有什么看不了黑板这不是骗人吗多理了我你要怕黑你不应该上台知道吗那台下这么黑你不怕你甭管你去我眼睛小你小什么小你去八宝山炉子里可亮了知道吗说话多缺德别老这么说话也没有你这个这找但是我咱有什么说咱上学咱也没打扰别人怎么我尽量我不好好学习我也别打扰别人你怎么不打扰不是说咱们不想好好学习怕黑这事儿你稍微要克服点呢可以点灯啊对啊对不对那老师有的老师的戴有色眼镜哦一上来就说这孩子就像不好好学习的样去吧跟不好好学习坐一桌不去他就看你就是不好好学习的、啊、那你说我还怎么好好学习、啊、这老师也不对对不对你这怎么办所以说咱尽量不影响别人天天我就睡觉上课就睡觉啊睡到小学六年级哎嚯睡六年呢你啊快毕业了老师叫我来了啊烧饼、啊、哎该起了哎，你谁呀、啊？哎，老师都长大了。老师也没见过胎盘睡觉的，反正。越来越怎么老有这胎盘呢？这里。胎盘得注意休息。哎，这。我说你班主任。啊我以为你宿管呢。好家伙。是什么事儿啊？人家同学都毕业了，你还跟着睡呀、啊？你不打算毕业了？我说那我怎么着？你要再这么睡下去，你就回家睡去吧。老师就这么说那就回去那我就回家了吧啊真听话呀你啊老师那气得都不行了啊烧饼你这孩子太可气了真是行啊你等着我的啊你等着我的嗯有事回家了啊到家洗澡
换床单，嗯，换被罩。你要干嘛呀？等着。等谁呀？等老师啊。不是，那就洗澡，我没病。我怕老师嫌我脏。你有点成熟的过早了吧？我都等到暑假了，老师都没来。你那会儿是小学吗？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告诉你，我爸就过来了，宝贝儿，你怎么不上课呀？我说老师说了，老师说让你回家睡吧，你在家等我，等我。你这孩子就是，老师说话，你是肯定是晚上睡觉，老师没来，这么着，咱爷俩哎呀。早白班的啊，啊，晚班好不好？咱俩呀，尽量别把老师错过去，好不好？你睡会儿吧，爸爸替你盯会儿。哎，他说这个的时候，你妈不在家吧？啊？那我就不知道。有这么这叫等老师？你老师说你的话，你不明白是吗？啊？那是批评你呢。我哪儿就上回家等老师去？后来我就觉得我这前途全是那老师给耽误了。就那一宿没来，我觉得你这是开玩笑。我是因为那一宿没来。是我就给我归到那坏学生那堆儿里了，压根儿你就是坏学生。哎呦，当然我也没办什么好事儿。你长得就不像好人，本身就淘。对，是我也没办什么好事儿，我净欺负老师来着。你啊，你还欺负老师啊？小学的时候我看老师吃那水果，啊，吃那桃过敏。啊，有那个桃的那个毛过敏。啊，我就这么欺负老师来着。怎么着？我看他吃完桃嘴都肿了。啊，过真过敏。啊，我就买好些桃。我不洗啊，我拿着这桃我就蹭老师去。哎呀，不是这大傻子似的，一看我没有科学常识。怎么你这么蹭，老师不发现了吗？那真是，你得有技巧，得有技能，根据你学习的知识、掌握的能量，然后去干这件坏事，这才对嘛。你是好学生，那我就鄙视他，这你不认真看书啊？那你还干这事儿吗？我这干这事儿都是傻子，这事儿。你很简单，我这事儿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嗯，他不是过敏吗？嗯，大伙儿都知道，一般吃桃过敏的不是因为这个桃，那 是因为这个桃外边有那毛。对，那毛你把这毛弄下来不就完了吗？怎么弄下来？很简单嘛，来盆水，嗯，把这桃洗干净了。嗯，把桃拿出来，嗯，这水不要倒，嗯，放在厨房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呢？我曾经计算过啊。哦，这个桃跟水的比重呢，这个桃毛比较轻。所以说放一个小时，这个毛自然就飘在表面上了。然后找一张比较厚的纸，也就是厨房用纸啊，就那种纸抹布，哎，对，吸油那种，你从表面掠过，这个毛就粘在纸上了，然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很简单吧？哎，好学生太缺德了，我跟你说，我就知道了，我就要这么着的话，我就拿着这纸，我就到老师那宿舍，把这被子掀开了。我就涂上面，老师晚上睡着估计是得裸睡，他反正他不穿秋衣秋裤，他躺上之后，你怎么知道他不穿秋衣秋裤？你甭管，哎，你是等上老师了？不不，我爸告诉我的。哎呦，我叫贺，哎呀，嚯，老师还是白班来的，啊。好家伙，我就给涂好了。嗯，夏天专找夏天啊，好家伙，热呀。老师一热，那毛孔就张开，那桃毛顺势就进去，一进去来回蹭，一蹭浑身就沾均匀了，嗯，啊，挠吧，跟活猴似的，哎呀，这就是好学生教你的主意。我这不是好学生，我大爷不是，咱现在长大了，咱聊这问题。那我们好学生上学时候，我们也干过这事儿。你啊，虽然是好学生，不代表我们没有气愤的地方。你还有气愤？那比方说那会儿高考的时候，高考的时候你压力重啊，老师他是为你好，他逼着你天天又做题呀，啊，做卷子、看书啊。当然老师也挺好的，人家也判，当然得看卷，审判一下嘛。但是当时我们不理解，我们也有主意。你呢？因为老师那会儿，你看人都知道有一疲劳度，你熬过这劲儿了，反而就不困了。对，老师想休息，就得靠安眠药。哦，吃安眠药。咱们就在这上面下手，给老师怎么着？您知道巴豆吗？哦，让老师吃巴豆，你就是傻子，知道吗？你老师怎么让吃？你听的人好学生吗？哎，对，你给这个巴豆磨成粉，嗯，然后把这安眠药倒在这粉上晃均匀了，每一片都涂满了。哦，老师吃完沾着巴豆粉的安眠药，哦，睡着了，拉一炕，呵。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不拉也不行啊，行也行不了，这个。哎呀，但是大爷他这个主意啊，治标不治本，这还不治本呢？你们打算把老师弄死是怎么着？这个主意治标不治本，你打算怎么着？这个就得打根治。我们这怎么？我们这就你醒了以后他不好洗呀、啊，这床单这不挺好的吗？还身上他还有毛呢。行了，他关键是你得跟踪他老师的家，啊、跟他回家。哦，回家、哎。老师一关门进去了，嗯，咱们就开始作案了。行了，什么倒霉主意？这您不知道啊？你们俩又好了是吗？我就打架了，不是这我们聊到共同点上了，这早就有这共同点。我看你们不是，我说他跟老师回家了，人一关门了，肯定干坏事，无非那几样。哎，你说说，您怎么这么美啊？您废话，你这就无非嘛，谁上学时候都有这主意，这个东西不用人教，谁都会。怎么着？找牙签，老师那门捅上。哦，哎，开不开门吧？你这也不行，你冬天，我也东北孩子，冬天你赶上零下的时候拿水给它冻上。哦，这不很简单，要泡泡糖502，也就这个。那老师回不了家，外边冻一宿，这很正常吗？这不，这个有主意，这就是傻子，才傻，学傻了，这就是。这不很简单吗？谁现在那个老师那个师范大学啊，他那个主意打那个8090，好家伙40都这么用过，都对付过老师。那你们现在师范大学毕业先教开锁？对，没听说过。废话，老师就怕这事儿了，人还怕你弄他，对不对？不是你们俩，那你互相帮助。再者说了，你这个事儿你就不能那么办。你说跟踪的老师进屋，老师进屋了吧？啊，门一关，你上楼。你上楼之后，哎，拿出一张报纸来。哦，哎，铺在地上。嗯，哎，然后把裤子解开。嗯，蹲上面。嗯，拉一摊。哎呀呵，太恶心了你这。啊，报复他们，拉一摊，拉完之后擦干净了。哎，啊，这撑的呀，你是。怎么了？你就为给人留点味儿是吗？什么呀？废，拉完了以后还得给人擦干净了，那不就留点味儿？这人就是不是、哎、啊？是给我擦干净了。哦，我疯了，没地儿上厕所了。我把你给忘了，把我擦干净了。哦，这儿就不管了。这儿别忙啊！啊，主要用它呢。怎么着？这时候就是细致活了。怎么还有细致活？啊、手巧一点了。啊把这个四个角蹬起来。嗯。交到这一只手上。哦。哎，掐住中间这点儿。啊。您瞧见过那个烧麦吗？哎呀，行。哎呀呀！我这辈子不吃烧麦了。哎、太恶心了！哎呀，孩子，得了，咱共勉吧。哎呀。这报纸万一小点儿，这个行了，上边就拱出来。你的意思说我馅儿大是吧？太恶心了，行了，我申请先下去行吗？我不能跟你们说这。本来讲的挺卫生的，哪儿卫生了？这太恶心了，对吧？那你接着说。就完了事儿呢，这时候你的思路一定要清晰啊。怎么着？就一会儿先干嘛后干嘛，一定得想好了。你就说吧，对吧？啊，一会儿是先点报纸这上边。这不找起来了吗？找啊！找起来之后，你敲门啊！敲门之后呢，往楼上跑。干嘛往楼上跑啊？你琢磨，都得往楼下跑吧？啊！咱反着，逆向思维，逮不着你。太对了，哦、而且老师跟家都穿拖鞋啊，是追不上，跑得慢，对不对？一会儿咱就点着了之后，梆梆梆一敲门，奔楼上就跑。跑吧！老师开个门一看，嗯，谁？怎么着？嗯，我着了，怎么办？快踩！对。谢谢大家。哎，刚才郭老师带着他的爱徒岳云鹏，嗯，啊，两个人合说一段歪唱太平歌词，嗯，2700多位观众啊，乐得都累了，是啊，把我们换上来呢，让您休息休息。对啊，岳云鹏有人缘，嗯，长得也漂亮啊，好啊，浓眉小眼，大屁股，圆脸，你还什么都见过啊。这是他的一个艺术特点，这是艺术特点。郭德纲大家更熟悉了，嗯，但是您没我熟悉。哦，我跟郭德纲是发小的朋友。哎呦，好啊，从小就认识，嗯，从小一块玩，从小一块长起来的，这关系近，互相特别熟悉。是郭德纲这个人呐，啊，人品有问题。哎，有什么问题呢？说话不算话。怎么了？怎么了？说好了一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个儿矮了一点，我总问他，问什么呢？我说郭德纲，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站起来？呵，他说我已经上桌子了，都快没人了。反正相声说得好，嗯，跟这个驴鞭跟于谦呢，两个人呢，于谦啊，行了，我不管了，
也不于老师得管，配合的也默契。嗯，一会儿他们俩就出台，全出台了这。给大家表演。哎，啊，郭德纲、于谦是好搭档。嗯，我们叫助演，也叫掖将。今天是一个封箱演出。嗯，什么叫封箱呢？啊，刚他们也介绍了。嗯，就是今天这场演完喽，怎么样？把需要的东西呢，搁在一个盒里头，然后贴上照片，弄上锁，往架子上一放，这就算齐了。三大节呢，这个清明七月十五跟十月一呢，我们去看一看。您这不是封箱，您这封盒，这是。他们说的歌里头。不不，这就是戏曲人封箱。哎，我们是跟人借鉴的。嗯，反正郭德纲说相声说了这么多年呢，啊，仰仗着各位父老乡亲的支持。哎，这不假。大家的栽培。嗯，啊，你跟郭德纲学过？是，那我老师啊。你是他的徒弟。对。你叫什么玩意儿啊？我们叫玩意儿啊。你。名字，您名字是栾云平，很霸气，霸气啊，栾云平，不，那这个银字特别点题，你知道吗？三点水，这是一个，反正初二以上老师才教这字。您得了您的，哎，云云彩那云，哦，德云社嘛，就是，对云，对不起，栾云云，对，栾云平，栾云平，哎，我。这是你是啊，好好演员。哎呀，我喜欢栾云平，谢谢您，大大有名。呵，狗养狗养，啊，你是猫生的是不是？那猫生的，那叫久仰，久仰大名啊，如驴贯耳，如雷，如雷贯耳。对对，知道您的名字。嗯，相声说得好啊，在相声界最有文化。我对。最有学问，我念过书，跟他们那个演的不一样啊！啊，您往这一站，这么踏实，哎，这么沉稳，咱不造啊，有学问，呵，字儿写的也好。是那天热心观众找的签名，嗯，栾老师，我就喜欢您，我大老远的，我从塘沽来的，塘沽，您给我签一字吧，嗯，给我签一字。是栾先生非常高兴，哎，啊，您不要客气，接过来笔帽顿下去，照那本上，唰，小王本，哎。龙飞凤舞，我叫小王八是不是？哎呦，您要不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还真叫小王八，栾云平，我签的跟小王八似的。不不，那是你没文化。反正他这个人有学问，嗯，家里有钱，哎，条件好，是。说而今的话，他叫富二代，哎，对不对？他跟一般富二代不一样，嗯，一般富二代您看得出来，是吧？那个脸上啊，那个身上穿的呀，手里头开的那个都不一样。哦，最起码的特质，富二代得有纹身，对，得有耳钉。嗯，他没纹身，没有。你脱让大伙看看。不，甭脱，甭脱。没有，哪从这儿到中间到底全没有。他因为他全见过。没有纹身，你看，嗯，没耳钉，没有。你看耳钉一般的都在这儿，没有。他是一个都没有。不是，油烟你给蹬下去了。鼻环没有。对。舌钉没有。没有。眼珠子钉没有，你狠不狠呀，啊，你眼中钉肉中刺没有，哪儿也没有钉，没钉，你看这人，哎，活这么大没钉，你怎么弄，没钉怎么了？家里有钱，是住那个房子都叫别墅，还大一点，人家住别墅，我都没去过别墅，嗨，四层，对，四层楼，地下三层，我们家是停车场，是不是停车场啊？您说反了，地上三层，我没去过，那不能瞎说，没见过。嗯，家里开着车，说而今的话，家里那车说实在的，哎，趁豪切车，哎，四达，家里有四达汽车，一达十二个，你算对，一达就十二辆，嗯，四达好，37个，你会算账吗？不会算账，48辆，啊，48辆是一共，嗯，不有29辆去修去了吗？这也不对呀，家里有钱是库，有房有地，嗯，说句老话，撑得起是家大业大。嘿，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我们家住坑里，你不住别墅里吗？不，那不能蛤蟆呀。家大业大，有的是蚂蚱。不是，家大业大，有的是爸爸。不是，这玩意儿。家大业大，有的是丸子，有的是什么？有什么说有钱也叫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对，家大业大，有的是河马。我们是有钱了，
河马，咱们大骡子大马，有的是骡马，对对对，家里撑得起是良田千顷，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好，全打起来了，应该和美和睦，兄弟们和美，手足弟兄，对，他们家老栾家别看这么有钱啊，财齐人不齐，这什么意思？你爸爸没儿子，这个问题。行了行了，我爸没儿子，我打哪儿来的啊？你就甭管了。什么叫我就甭管了？我就是我爸爸的儿子呀。你这人老是这么冲动，这叫冲动啊！你没听清楚，嗯，你爸爸有你之前没儿子，这话不懂了。你是长子啊，又是独生子啊，哦，对不对？你爸爸有你之前没儿子，有了你他才有的儿子。嗯，上辈老哥仨，对，你有个大爷，有个三叔，有，好像还有个父亲吧？别好像，就是有个父亲。嗯，你父亲行二，对。对不对？嗯，你父亲是不是行二？是行二啊。你父亲二不二？二啊！你看，你父亲才二呢。二爸爸行二，行二，对他父亲行二。嗯，你说大哥就是你爸爸，他大哥，你大爷是你三叔，你父亲都有钱。对，趁这么些钱，你大爷没儿没女。你瞧，你三叔不孕不育，都赶一块儿了。你父亲行二，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对，其实啊，要还原历史，当初一生你，不是生一个，什么？一块生了两个，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都一个模样，都这么难看。你们甭抱怨我，生俩，这叫什么呢？这叫卵生。在医学界曾经统计过啊，在这个畜牧业啊，还有这个家禽的，你妈才下蛋呢。这跟下蛋有关系吗？什么叫下蛋呢？卵生吗？双胞胎俩落生一个模样，卵生啊，那叫卵生。什么生？孪生。孪生，对，你这人太单纯。怎么？你不要认为你姓孪就是孪生的，这玩意儿说不准，知道吧？这跟姓什么没关系。哎，也许是郭生啊、余生啊、高生啊，我俩是背不住。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这背不住，背不住。双胞胎，双胞胎，这双胞就是俩。嗯，后来呢，糟践一个，听这一嘴炉灰渣子，剩你自己了。嗯，其实要是还原历史的话呀，啊，这哥俩当中啊，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不，这怎么不懂？你不哥俩吗？对，死一个不是？嗯，死的那个是你，你现在是你哥哥，就其实我已经死了。哎，对，这状态就好了。你是你哥哥，你要娶媳妇得管人叫嫂子。没有你，我们家乱不了。替兄娶妻，宝甭弄这词儿，就我一个了，就剩你一个。哎，千顷地一棵苗。对。老哥仨就一个后代，能不疼你吗？可不就剩爱我了吗？老哥仨拿你简直就当心尖儿，就这么疼我。老哥仨拿你当活宝啊，就这么爱我。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您听听，老哥仨就一个命根子。哎，就是你。甭见，要不那俩有不了孩子。你甭那么些废话。妈，你甭，就我一独苗。哎，独苗啊，可不吗？独他自个儿独苗啊，你想想，累。老哥仨拿你当啊眼珠子。哎呀，老哥仨就一个眼珠子，你看这个俩瞎子一独眼龙。我说瞎子了吗？打站这儿我说过瞎子，我说过这俩字吗？你是没说呀。我就说过一丸子。我说瞎子了吗？老哥仨就一个眼珠子，这不你说的吗？如同老哥仨感情好，哦，就如同有你一个眼睛一样，这么疼爱你。嗨，形影不离啊！啊，在一块儿待着的时候那无所谓，嗯，一说出去办什么事儿，哥仨一块儿走。哟，你父亲在前边，是后面那哥俩扶着肩膀，还是俩瞎子一对耳聋。回来吧，像话吗？你爸爸在前头啊，是就他一只眼，要不掉沟里了。你这人太偏激，又偏激。就说这哥仨都疼你，对，最疼你的得说你母亲。是，当着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封箱你回忆一个事儿。嗯，小时候吃你母亲奶，吃的几岁？吃的十一。您听听，您别乐，这是真的啊。
小时候吃奶吃的五年级，对，人中午同学都带饭，你带你妈去，不是不是不是，对不对？一打铃一开门，你妈解扣就进来了。行行行行行，我那回家加餐。加什么餐？宠你，爱你。他母亲那个奶也好，是不知道哪位您见过啊？他母亲那个奶啊，说实在的啊，跟一般人的奶啊，他不一样。谁家奶这么长着呀？这么长着多掉腰子呀？啊，这边，这边也不成啊。你说怎么长？一边齐呀、啊。一边齐个，哦。您说那是双排扣，一边四个行吗？一边齐个搁不下。您行了。他母亲的奶，这是奶，这是瘤啊。你不说的吗？一边齐个吗？你三十多没见奶是怎么着啊？没见过你妈的奶。就行了，几个。就长俩，就叮当啷的是吧？你这什么词儿？这叫一边一个。嗯，我跟您说啊，吃了十一岁，我告诉你绝对有好处，有优点。哎，这身体没毛病。你看，哎，我打两天我不累，我可不行啊。你看这各方面，你看这个，哎，这个心呐、啊、肺呀、啊、什么这个直肠啊，都没毛病。我倒着长着是不是？没毛病。小时候啊，跟这个哺乳喂养啊有很大关系。您知道吗？大夫都劝了。你吃酱豆腐长大的呀？酱豆腐干嘛？有学问没学问你、啊？酱豆腐干嘛？腐乳喂养，那叫母乳喂养。母乳加辅食，腐乳，你懂什么你？哦，这么腐乳喂养。腐乳。哎，要不这小脸老红扑扑的，你看看。还是吃酱豆腐大的。酱豆腐，你老掺和酱豆腐。你母亲疼你，嗯，就怕你吃不饱，对，老怕你啊活不长，哎，就为了当初啊、嗯、还没你时候，就为要你啊，怎么样？你妈特意找一和尚，你知道吗？找妈找和尚干嘛呀？为要你啊？啊？怎么了？这和尚这么灵？和尚是你师父哦，你是和尚徒弟，嗯，你啊拜他为老师，他保佑你健康长寿。是。和尚刚走啊，喇嘛来了。哦，不识弦儿啊！喇嘛来了，给你起了一个外国名字。还有外国名？你有一外国名字？我叫什么？比切多尔。什么叫比切多尔？比茄子多俩耳朵。我是茄子精。一听就是个佛的名字。没有没有，我比切多尔佛。哎，我就栾云平，就叫栾云平。对啊，栾云平。嗯，这个名字就不错。是。这谁给你起的？这是我爷爷起的。你爷爷有学问。那可不吗？他爷爷有学问。嗯，他爷爷比他岁数大，多新鲜，比我岁数小，那是我弟弟。不，你没有弟弟，就是说什么呢？比你岁数大得多。嗯，大得多。他爷爷要他爸爸那年呢，就快六十了。您听这身体，他爸爸有他那年也是老来得子，对，他爷爷是清末时候的人，嗯，非常有名啊。他爷爷姓康，叫康有为。我们这家底儿够厚的，甭介。那个年代，你爷爷不是康有为吗？你爷爷康有为，康有为能耐不小。我爷爷姓栾，栾有为，全叫有为是不是？佟有为，去，就姓栾。啊，姓栾。哎，他爷爷跟康有为是一个时代的。嗯，康有为、梁启超那还了得吗？是了不起的爷爷。啊，他爷爷想当初中过壮科。壮科啊？中过壮壮。你是不是想说状元呀？状元，他爷爷是状元。不，我爷爷是进士。是进士吗？是进士。他爷爷进士。哎，老戴眼镜吗？近视眼。对，一上台摘下来。那是你，那是你老这么客气啊？科举的进士，家里有钱，嗯，也有学问。哎，他们家里头最露脸的事情什么呢？在郊区买了一块空地，对，在那上面大兴土木，要盖房子。嗯，那个地方也好，叫东通。什么叫东通？就是通州东边。哦，您就是通州。各位要感兴趣，可以去参观。嗯，坐地铁去。哎，从这儿出门到动物园有地铁站。对，您倒到这个一号线往东坐，最东边那站叫四惠东。嗯，下来之后呢，您坐那个八通线，是往东坐，最东边那站叫土桥。啊，土桥上来之后，您打一三蹦子，185块钱到他们家了。这三蹦子就指着我们家过了。你可以划价，182人也拉你，行，不带这3块钱呀。到那之后一看，哎呀，那一大片的，您累了，您了不起呀、啊？是，呵，那一大片平地上面一鼓包一鼓包的，我们家坟地是不是？坟地干嘛？这不你说的，一个一个的建筑啊。哦，您说说，古香古色。嗯，家门口有4棵门槐，呵，
四颗门槐都是古槐，可不是吗？门口有四颗门槐，是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嗯，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背。好啊，路北广亮大门，嗯，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嗯，背面是严肃整齐。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景天儿高搭天棚三丈六。嗯，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好啊，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九尺多高架竹桃，是迎春、探春、枝的翠柏、梧桐树，嘿，各种鲜花，各种探花啊，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多好。正房五间为上，嗯，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我们家全直肠子，分开了，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嗯，满都是明斋夜合的窗户，哼，可扇的大玻璃。嗯，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东景天是紫口的封门。哦，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您给说说。迎面摆丈八条案，嗯，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哦，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嗯、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桌上放着许多名人字画，可不少，有唐伯虎的美人，嗯，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金匾，啊，道光亲赐你们家的自杀宝剑，这镇宅宝剑，镇宅宝剑，对，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嘿，有一丈二的穿衣镜，嗯，一丈二的歌伎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珊瑚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木吞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带个钟、子表、对表、寒暑表，好，哎，要讲就代表，嗯，代不过你爸爸，我父亲，一般人戴块手表，对，最多揣块怀表，嗯，可就到头了，可不吗？你爸爸戴表都上谱，怎么叫上谱？要戴金科套，哦，银科套、铜科套、铁科套、金三只、银三只、双甲的、单甲的、五里文亨德里、欧米伽、劳力士、菊花、梅花、金锅、射锥里、浪尖、西铁城，有为力、一位一位博、一位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揣着挂表，脖子套着子母钟，嘴里叼着一块糖料压的电子表，哎哎。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这我爸爸戴表给表店搬家。别说了，哎，好些年不唱了啊，于老师唱，啊，唱一年了，我这风箱就歇会儿，听听于老师唱就得跟高老师一块唱，你知道吗？老高，老高，来，哎，来吧，来，我一块说会儿，来，风工啊。高老师啊，哎，给大家拜年。对，刚才高老师下去了，对，他演完下休息一会儿。哎，观众们那会儿也是撒泡尿，高老师喝口水。就是，哎，你刚喝完水，我告诉你，别来。那个，我们仨好朋友，哎，一块儿这么些年了，啊，对，这个说句良心话，怎么样？高峰在这台上，劳苦功高。哎，您客气。我说句良心，我对你们俩，我老觉得愧对。哎，您不能这么说，无法报答。哎，有一天，我要是当了皇上。啊，嗯，你们两位啊，我封你是大太子，大，我封你是二太子，因为我实在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你这人说话就有毛病，你这人说话打刚才我就不爱听，凭什么他是那大太子呢？对不对，于先生？我不是跟您争竞啊，他这个评选都没个标准，信口一说，你大太子，你二太子。凭什么呀？你先呀，啊，你先别说了。头了那话还爱听，咱俩都劳苦功。你不，你等会儿。嗯，我凭什么就不能是大太子？我没想到你也这态度啊！废话，你要这态度，咱得抬抬这杠了。多新鲜，可不得抬抬吗？你有什么资格当这大的？废话，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哎呀，他合作他不见得是一条心儿啊，那不是吧？那 那不行，这跟合作多少年没关系。阿峰，阿您，朕以为啊，啊，你们俩人不能，这怎么又朕呢？朕都因为我作为皇阿玛来说，我对你们手心手。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他这是说乱了。我跟你说啊，郭德纲，你啊，好好学学历史去，是是，就知道吗？皇阿玛是什么朝代的事儿？对，清朝。哎，
对，你要清朝，你刚才说皇上、太子那是明朝，哎，称呼不一样。你要叫皇阿玛、我应该就是大阿哥，对吗？你是大阿哥，他就是二阿哥，他是二阿哥。我这这事儿我还得正经啊！你都到清朝了，我得当回大的了吧？没听说过，我怎么还是那二的呢？你岁数也小，这岁数没关系。打刚才老提岁数干嘛呀？朕再倒磨倒磨啊！你老倒磨倒磨，寡人再磨叨磨叨。你先别磨叨，又说乱了。我们磨叨明白了啊，这个咱们不在这个太子上争什么事儿了吧？咱们。哪儿啊，这就父皇了，这个好像不太平等。对呀、咱差着辈儿呢。我竟跟他争竞了，你怎么会？你老比我们大一辈儿还成吗？这怨我这、咱们仨得一辈儿。哎，你得重新介绍，我是皇上啊，你是正宫娘娘，嗯，高峰是西宫娘娘。不这你说这我又不能同意。怎么呢？凭什么他得又是正宫了呢？你为什么是正宫？你哎呀，我怎么就不能是正宫？你以为你长这个模样，人正宫天，人家母仪天下，我就不母仪天下吗？我长这风度，我就不母仪天下吗？你看这个模样，我跟您说啊，这个谁万岁爷，哎哎，他生不出孩子来，你知道吗？所以你立我，你立我，他不成，你才生不出孩子来，你知道吗？他说你生不出孩子来啊，你才生不出孩子来呢，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是啊？你说的，我说你呢？生什么讨厌？再说你这也不对啊！怎么又不对？你别老在这男女之事上做文章。那这都是男的。这等会儿啊，他是西宫。哎，这回行了，是吧？这行，你是京中第一名妓，可以。哎，不可以？我背着他，我找你去，知道吧？你要不去呢？一三，我准去。我给你写条，别来这套。我就腻歪这个，说完到时候不办的。我不能不去，我不去让别人替我去。这那个意思能一样吗？我这有十万人马，知道吗？好家伙，我受得了吗？人去不了，还有马呢。我这还好。还真是有小动物这玩意儿、还有你妈小动物呢，你就受得了吗？你这玩意儿受不了就受，这朕很开心。不行，我刚才说话都白说了。怎么了？不行，都是男的，就不对，对，不是，不说我是皇上吗？是皇上，我们也得平辈男的。您考虑考虑，我想想，咱们就不能叫什么正宫西宫。哎，对、刚说完清朝哪有正宫西宫啊？哎，嫔妃，嫔啊，对吧？对，你就是我的，你是我的呀。我想想，什么嫔呢？画嫔，画，你是我的尿嫔，好吧？你看我说的生不出孩子来吧？哎，这我怎么还奔下三路了？他这都有毛病。你放在滴答宫，好吧？呀呵，嗨，你瞅这地方，你花了花了宫，好吧？花我不是画嫔吗？哎，对对对，行，别争气，没意思。这你说的没意思。咱们还维持舞台上这样状态很好。哎，就是就是我得拿用心呢，用心对待你们哥俩。哎，好吧。如果说有一天我对不起你们俩了，怎么样？咱们掉一个，我是你们俩的儿子，好不好？不好。还得掉一个儿，那么现在是你儿子合着，对，不是特别像是吧？什么呀？他们都知道我俩儿子，俩人都在这儿呢。行了，叫你上来是有事儿的。什么事儿啊？刚才俺们这嫂子说了，你知道吗？哦，这是我们嫂子，对你可款式了啊。就是，他说想让你唱一段。谁啊？你，您别来这套，帘后的我听见了。哦，让他唱一个。你怎么还帘后边待着？这不是帘吗？这等客人呢啊。等什么客人？都几点了？叫你上来唱三两句，半夜了。对，好，您出主意，咱唱两句。咱这样，要说唱歌，我也不会。那唱什么？你要是唱大鼓，高峰也不行。哎，所以说这仨人往一块凑呢，只能一块凑合唱几句戏。哦，您一听一乐，也不占大伙功夫。可以，行不行？可以，好不好？就这么办。这个，来来来，把高，你这朝阳呢？哟，还有乐队呢。哦，带乐队了是吗？请我们音乐组。哎，对对。来吧，来，快来，快来，快来。你瞧瞧，这人缘都认识吧？哎。这叫陶阳，对，在德云社艺名叫陶云盛，是当年老说那个京剧神童，就是他，现在长大了，对，长大了，这个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干儿子，这关系，这个来往这边站，哎，二来，真好，说两句，这个来了，来了，哎，这个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太好了啊，嗯这个我是谁？您是我爸爸，你是谁？我是您儿子，他们俩，我大哥，哎，对。这没地儿堵你去啊！是是是，吃饭了没有啊？吃了。好吃的什么呀？煎饼。这么大型演出就吃一煎饼啊？啊，吃点好的。好煎饼。吃点贵的。贵煎饼。吃点有葱的那个。嗯。哪煎饼都有葱。哎，对了，有葱的煎饼是。你要这么给徒弟吃，这也得退出了。哎，所以我是这么什么话？
好，这大过节的净煎饼啊，他这煎饼节嘛，煎饼节，二月十四煎饼节，好，挺好啊，煎饼。我们仨要唱出戏，儿子，嗯，你给我们拉弦儿。您调门太高啊。哎呦，我救活点你大爷。哎，那就对了。你大爷那个前那个嗓子有问题啊。行，倒是哪有问题？咱们唱什么戏啊？有一出戏啊，京剧。哦。这出戏好几个名字。是。姚七，打金砖，上天台，嗯，汉宫惊魂，老戏，就这几个名字是一个故事。对。我这样吧，咱们简简单单的啊，分分角色。我跟于谦老师扮演老两口子，哎，这合适。这是汉朝的故事，我是一个老王爷，哦，大花脸白胡子，是是，让他扮演我的夫人，是，老两口子，对，哎，这里还有一个儿子，你看谁演？那只能我来了，呀，占便宜就上啊，这叫便宜啊，这叫你挑嘛，你挑，你惹祸了。哦，我惹祸了。我的名字叫姚七，姚七。你的名字叫姚刚，德刚，姚刚，姚刚。哦，我这儿子我老往德刚那儿想。你惹了一个大祸。哦，为什么大祸呢？你把国丈打死了。哦，打死了国丈。皇上的岳父，这可了不得。你拿了一块太湖石啊，呵，石头，啪，给这大奸臣砸死了。哎，但是父母心里着急啊。那是啊，把你叫来，你是我儿子呀，你惹祸了，你真混，啪一嘴巴，这儿唱，嗯。俩人都唱，哦，唱完之后绑着你上金殿见皇上请罪，就这么一点情节，这么简单，看做戏好吗？好，好，好，这会儿没你，我还那边，好嘞，还没上场呢啊，来啊，准备啊。啊，老爷，夫人，逆子姚刚用太湖石将国丈压死了。我知道了，弟子今在何处？哦，姚刚快来！夫子在朝功劳大，压死国丈不犯法呀。可是姚刚，正是。你是我儿，爹爹。你是我子，是。我是你父，是。我是你亲爹，我是你爸爸。哎，行了行了，爸爸，差不多了，吃的差不多就可以了。正好。正上瘾呢，哎，饱了，往下咱得唱，来来尝尝，来吧，尽情去行。姚刚，正是，你是我儿，你是我子，我是你爷爷。哎，这俩一个学校毕业的，你换词说呀，废话，咱仨一般嘛，有点正门没有？你学那词儿跟不一样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得，这都不叫事儿。到后边这句啊，往下进行。近前来，为父有话对你演讲。来，讲些什么？最难的是他这点儿，哎，知道父亲叫过去没好的，啪就是一嘴巴。这儿有做派，就这躲，嗯，躲又是孝子，又想往前来，哦，进不得，退不得，是，就这处处贪馋劲头，就看你的了啊！哎，没问题，这难了，这个，我学过，瞧你的啊！哎，近前来。为父一话对儿演了讲，讲些什么？哎你先扭的呀！废话，不像话！你别跑啊！啊，你得过来，我得打上你啊！还得打上，打上是开伞子，咱们唱了啊！我唱完你唱啊！哎，对对，我在后边。别跑！哎，来，跑不了了，跑不了，改日本了。弄我彩！哎，打上了。小吧。
博士是告我，去，没完了，你们谢谢吧啊。嗯，谁家演出也不能演到半夜，你知道吗？哎，是。其实我们每次演出都得报批，是吗？按规矩批准你一般就是俩多小时。哎，这中国演出市场一般是七点来钟开，啊，9:45最晚就得收，十点以前。过了9:45再演的，嗯，就是演员的良心了。哎，啊，就是是是。这国内的演出场馆还好一点，嗯，到国外到哪儿，有时候那场馆你到点你得加钱，罚的可狠了，是要罚款啊，到几点不收，翻倍的收钱。你听听啊，所以演出方到国外就跟我可客气了啊，嗨，嗯，怕你多演，那时候演了天亮，他得跳河去，罚不起，就是，嗯，谢谢各位吧，哎，对我们这么支持，能力一般，水平有限，难为各位破费了，谢谢大家，谢谢，您辛苦。那个我们有老先生们太晚了就回去了啊，剩下演员还都在，嗯，有认识有不认识，咱们叫上来大伙儿再看看啊，哎，来来来来吧，都上，快来快来，啊，行，来说吧，对不起啊，刚才是拽那美女的那脖子上了吗？是吗？实在对不起啊，刚才确实我没戴眼镜，特瞎，我看不见。刚扔那鞋真拽人，得亏没戴眼镜，还扔这么准。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情人节快乐，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理解我吗？这，嗯，眼睛。谢谢吧，因为不是每次都能扔得这么准啊。这个今天大伙儿放弃了美好的情人节啊，嗯，因为这个穷人节呢，这个穷人节什么？情人节，情人节哈，嗯，这个。挺美好的，是外国人过这节，中国人跟着学挺好，嗯，原来以为今儿台上得摆好些个花呢，嗯，原来于老师来之前还说了，嗯，我希望台上都是花，嗯，然后每一个花里边都插了一张快捷酒店的房卡啊，嚯，我说你也是想瞎了心了啊，来了之后呢大伙很热情，好几千人一直坚持这儿啊，能力很一般，就是给的多，有膀子力气，是演员也都在这儿了，有您认识人不认识的哈，嗯，那边那几个人怎么弄得跟受气的似的，那是啊，挺好。今天有的节目比较大气，有的节目比较无节操无下限啊，仗着都是什么的说我的，哎，对对，知道说他了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心意是在这儿的，嗯，希望大伙儿喜欢我们啊，哎，谢谢大伙儿，到今年为止德云社是第19年，明年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啊，对 对，我们可能从年头演到年尾，嗯，希望大家存钱啊，这嗨，跟单位请假调整您的作息时间，嗯，啊，希望明年从年头到年尾啊一场不落你们都来，哦，当然有观众说哎呀明年有工作，该忙您也忙您的，谁家没个事儿是吧，对对对，你打发人把票钱送来，这嗨什么人呢，你说人要是不来票再不来这就不是交朋友了，对吧，敬您交朋友，就是就是啊，哎，我们是一片真心对观众，对啊，就是闲话少说，嗯，因为这个现在到了于老师唱歌的时间了，什么呀，这刚还说了，这这么些人，我唱一年了，也让他们大伙儿。岳云鹏呢？岳云鹏出来唱两句吧，哎，好吧。这说越能唱。今儿不有人说送情郎吗？是吧？送情郎吗？哎，今儿唱这合适，今天合适啊。哎，今儿是情人节，唱送情郎合适吗？合适，就是这个点儿稍微早了一点啊。对，嗯，师傅，明儿天亮才唱，咱一起唱好不好？好啊。您请，你又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嗯，嗨 C 好吗？别，嗨 C 太低了，不好 C 是吧？嗯，你跟着我唱好吗？好，嗯，一波让你又来呀！哎，送走了？没事，没走，回来，没走了，回来，怎么了？低点哈。嗯，让你又来哟，啊，二不叫你，快去吧，家门口着火了，前列腺出的声儿着呢。来吧，你唱吧，我们随着你好吗？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啊。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兜兜。
本是一个金锁链啊，情郎哥的豆豆把了包他镀金钩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北呀、啊。唱到这儿得了，一会儿你就去要这句孩子没有底，没底，怎么没底啊？来来来，我们这好多能歌善舞的啊、哎，能唱的能唱的。来来来，你们推荐一个。推荐一个我们队的吧，五队的是吗？五队的，推荐一个五队的。来来来来来，小辫儿小辫儿，来，五队就是奇形怪状的啊。来来什么呀？站那边，站那。来来来，那个唱个 Lady Gaga， 我 Lady Gaga， 我的天，我躲你们远点吧啊。I want you loving, oh you loving, syringe, you have me, cotton battle mass.Whoa, I want you loving, oh you loving, so range you have me caught in battle mass. Whoa, whoa, caught in a battle mass. Whoa, whoa, caught in a battle mass. Hey,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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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ra ma ma ga ga ooh la la.What's up, and romance？ 我要听懂了，我是那个。今天他学的是雷劈嘎嘎，是吧？我们队的人没拴链子，今天。哦，要出去咬人，还有吗？还有一个，哎，这比那个色儿纯，看着啊，这叫刘九思啊，来。我给大家唱一个，也是英文歌，叫《I Believe I Can Fly》，然后我唱一个，费玉清版本的，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好吧，来吧。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every night and day. Spy my wingAnd the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fly. 红裤子绿大褂白头发，你说这是什么妖孽？师傅师傅，你看有谁穿红配绿的？对呀、啊、红配绿白头发，这是个妖精，这是啊。很好，去吧，等雷劈吧，快去吧啊。哎，其实我觉得他们这都不正经，我大徒弟还好一点啊。来，闫云达，这我大徒弟，我收他那会儿才九几年啊，来吧，你给大伙儿来一个高雅一点的好吗？那个，我给大伙儿唱一个最近网上最流行的厨房用具小苹果。谁听过呀这玩意儿？来吧，小苹果哈。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炒菜都不粘锅，有一天炒完菜忘了关火，我的小木着了大火，火火火火。看听起来好像还不如刚才那个哈，但是这能听懂，让你学点越南英语你不听我的啊。这个来张厚伦，哎，快来，这样等一下你唱的都能播出吗？尽量吧，因为今儿这场人优酷买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么些年咱跟优酷也是朋友，咱不能连累朋友下水好吗？说开箱他们也买了，所以你好好的啊。好的，我尽量啊。好吧，尽量。那换一个吧，好吧。别呀、啊，还没开始呢，啊、就结束了。嗯，来段什么呢？来段《梦西游》，好不好？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孙悟空，
手拿着金箍棒，表情还很淫荡，站在了五指山顶上，陪着师父西天去取经，一路降妖伏魔成英雄，后跟着猪八戒，还有沙悟净、白龙马，上面拖着唐僧。唐僧一路不珍惜那么多美女，他却没有一个看上的，我怀疑他是个 gay， 取向有问题，他可能看上了我的二师弟。王松，来来来，王松来，王松来，头一回呀、啊！哎，来，王松唱一个啊！来什么呀？我师傅，我真不会说。他们说你会唱歌，唱的好着呢啊！啊，那个，嗯、啊，你说吧，我连歌带舞行吗？中伟，我的天哪！这不说就不会死啊！来，观众请闪到二环上。因为这个，我在韩国学过两年舞。我怎么他妈了？那个，给来一个简单，就一两句哈。银的沙来来冰冰冰的来难难难的来我心啊！什么玩意儿？你对得起这么大块地儿吗？血都没溅在身上啊！张云雷，滚一边去！一句人话都说不利索啊！怎么考进来的？这是来张云雷，快来！张云雷啊！张云雷，有姑娘给你献花。看看花里边有没有房卡。够了够了。张云雷是我们这儿的万宝曲库，什么都会啊。唱一什么呀？唱一个改编的吧。唱一个改编版的《大城小爱》，行不行？好，什么都行。啊，大人，带不上，带不上，冷战，从前往后带，冷战，发财了，我萌吗？要玩儿这个，就躲在这儿。啊，张云雷这种唱，哎，都我可以了，可以了，哎，啊，来吧，开始吧，啊，来。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的简单就多么的简单，是妈妈告诉南无大大呀呀，南无阿里呀加那，大大大贝若加那，如哈那恰呀，塔塔卡卡呀，阿拉哈德桑呀桑木达呀，南无萨利瓦达达卡德贝，阿拉哈达贝桑呀桑木德贝，南无阿里呀阿瓦鲁德贝，修罗瓦呀菩提萨拉瓦呀，玛哈萨。萨拉瓦呀，那哈达鲁伊达呀，咖喱呀，今儿封箱啊！过年要个喜庆劲儿。叽里叽里，嘟噜嘟噜，行了，可以了，我们都数一个了啊，差不多了啊。快搀起来吧，快搀起来吧啊！哎呀，因为这个节目是一个，你俩躲开我这儿啊！哎呀，这一鞋印儿。谢谢吧，谢谢吧啊，这个。
今天这场演出大家用尽了心血啊，还死了一个我们这儿。嗯，师傅，哎，三二的脚吧，你躲着我这儿。印上了，真是我踢的是吧？啊，印上了。好吧，好吧，好吧，图个热闹啊。这个你说全场整个这几个小时完全说的跟文言词似的，我们也会，就怕下回你们不来了啊。所以说就是还来吗？我救不了你们了啊！开心是最重要的啊！今天挺高兴，今天很遗憾就是短一蛋糕，要真有一蛋糕的啊，他是哪儿啊？什么事儿就蛋糕？太开心了哈！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叫《大实话》，献给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各位。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日月星辰，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啊，将军战马金火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那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我们新闻演出到此结束，开箱再见。